喵什么？喵喵喵什么？冷却时间，列车一定哎，列车有冷却，一个小时后才能开一次。对啊，它不能让你一直洗，好像是这样。哦、啊。嗯，好，准备好了。欸、如果这游戏再不更新的话，我看哇，一直想，一直想，给我们个信号。不更新？对啊，如果它再不更新的话，我觉得我们也玩的差不多了，你不觉得吗？嗯，确实啦，已经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难度。有啊，我昨天有做一个挑战，你要玩看吗？你说来听听。就是开小的那个小屋子，然小屋后子，对，然后在小屋子里面，然后猎杀，然后跟鬼绕，找个东西绕圈圈，就当 DVD 在玩这样。那是不是花式作死、花式送走游我戏？昨天差点赢，好不好？我昨天差点活下来了，我今天要再试一次。我给那个号码了。来。好热哦，我的大腿下面好热，怎么办？你是不是在开黄腔？坐的位置啊，我现在坐的位置离那个冷气太远了。表示你胯下不是刺骨韩文。对啊，我胯下太公安，需要东西来，我需要一个扇子来扇我的胯下，不是胯下，扇我的。干你啊！是仇下啊！我妈操什刚么才啊？讲什么？干，吓死人了，白痴哦！这也太可怕超了吧！恐怖的，比鬼还可怕。我的爸，你看一下，那我要龟找龟一个吧，一片长长的东西，我找到了。那吓死人！就你了，iPad mini 的壳，这也可以上播。但是我要买一个小风扇，小电风扇。决定了，来买一个小电风扇放在我的那个胯下，无声型电风扇，静音电风扇放在我的胯下。哎、欸，我差点忘记添加道具，好险哦、风扇。Let 那个 the sky 五级我还 fall。真的不知道哎、欸，五完级，等下还没五级。哦不，现在只有四级而已，各位，全。你错我们还有过。40秒，有机会让他五级。哇、哦，没有五级我就不吃宵夜。好，决定了，有五级我就吃。哇，情这绪剩勒四索。秒，来五，M 级五级了，那我要吃宵夜了。了，来五级，你五级赢了，我五级家。了。哇，那我就不奉陪不行，你也要吃宵了。夜。没有，宵夜我是当不能黑只了。有自己一突个人然又吃送的。了五个，Joker 留一次，谢谢你耶，我们都有宵夜吃了。没有，90%而已哦，还差10%，而且剩5秒钟，要来不及了。断。五、四、三、二，这差点是过了，只有四级，好了，减肥喽。减肥了，可以喝水就好。嘿嘿嘿嘿嘿。我可以喝水就好吗？添加全部哦，太好了，不用全部添加了，太好了。什么东西？没有说今天有人当金主了。耶，那我还是喝水就好了。我加超多的，我刚忘记加，然后我全加进去没事。恭喜你。没事啊，还有反正什我么？觉得我们现在的那个钱应该够我们乱玩4000多次。我全 all in 还有1700耶。等一下，我在想我要挑哪一个风扇比较好用。那是玩得不各够位乱。，EC Home 有没有推荐的静音风扇？我想买，就是放在，不然我每次都是胯下特别热。哇塞，韩胯文下你，大腿啊，我以为你大是腿的那个。国高中生欸，怎么会在上班？大腿那个叫什么地方啊？膝盖后面有没有名字啊？膝盖后面，嗯，
这边应该后面有那边有特别的名字，那个部位有名字吗？对啊，膝窝吗？主膝不是主膝部吧？不是主膝部啦，是膝窝，是膝窝吗？我不知道哎、欸，因为我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那边是，他说他膝窝受伤，我就说你膝窝上，他说就膝盖后面那边，膝窝是上，我不知道膝窝，我说、哦、膝盖后面那个弯，如果说是膝窝，嗯，那我就是膝窝很不舒服啊。哎、欸，那说什么自带那个杯子，你就说我用这边装，自带杯子用膝窝装什么意思？装喝的啊？那边可以装吗？我都用那个锁骨装东西了，好不好？白痴哦，我差点在某某搜寻膝窝。可是你膝盖你这样子，你用那边装东西，等于是你用拉拉的膝盖啊。你要整个倒过，有道理。那拉拉的膝盖、啊，那我不用买杯子了，以后你膝盖就装。你就说两杯嘛，然后这边装。我找到一个定音九寸的风扇，就决定是它了。促进空气循环，100度风向场。好、啊，就决定是它了。不然我的那个真的太舒服，因为已经好几天了，我怕那边都会长。就是会长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疹子，对啊，起疹子之类的。哎、欸，可以先准备啊，我们先进去了。因为你刚还没准备啊，我们很久了。静音空气循环。哦，不过我先说，我十号那天不在家，要出门一天，我去爬山。十号不就明天？不，我要爬山，我不要爬山。为什么？你要为什么？我讨厌爬山。我也讨厌爬山，算累。哎、欸，超静音立体式循环扇呢？怎么办？这看起来很厉害。不过我那个我十一号就会回来了，就只去爬一天扇而已。我真的很讨厌，我很讨厌爬山住在山上。啊？我真的很讨厌爬山住在山上，就是我不会讲，就是我觉得山上就是那种住的地方都会有一种那种湿气的感觉，然后。又多很多虫虫啊！我讨厌虫虫，我很讨厌虫虫啊！那你会很讨厌我家哦？我常常听说你家哦，你家的各种生物我已经见过太多，各种什么都可以从你家跑出来。嗯，有蜈蚣啊，还有什么？我记得之前还有什么？你再讲下去，蔡大会怕哦。我会怕，有什么好怕？你家会跑金鱼出来，他比较害怕。别再讲了，操！你家是动物森友会啊？好贵啊、哦！为什么站起来的风扇要这么贵啊？我还是觉得他之前说他在他自己回家被吓到那个比较好笑。我们就自己回家被吓到、嗯。你不是说你有一次回家，然后突然那个电视萤幕在放金鱼？他们是很不会挑哎、欸，要尊重一下好不好？尊重一下那个金鱼恐惧症的人好不好？突然被电视给阴了一波干，而且那电视萤幕还特大，超级白的。为什么静音的立扇都这么贵啊？要1000块哦、欸，那就不要立扇了，就是在地上转就好了。决定选刚刚那个九寸的静音电扇在哪里？不见了，是你吗？不是你，是你吗？为什么变贵了？嗯，完了，我刚看到那个不见了。哎、欸，出现了耶！我自己画的很丑的那个乌龟订阅贴图，乌龟订阅图。你好丑！给观众看我下午版要开台但没开的。你们为什么本来要开台没开的？嗯，又没手感。换风扇。那你画的太随便了吧？不是哦，我就不会画，不然你画。我本来是想说之后叫你画的。妈的、啊，不应该打静音，一分钟的东西。无声风扇，欸、没有无声哦，没有办法到无声的风扇吗？你的贴图在哪里呀、啊？麦克，哪里有电哦？等一下，我找不到我刚刚看到的那台看起来很漂亮。喝水吗？好，喝水。不归你的，我再贴一次啊。有深海恐惧吗？没有。我要喝水。订阅头像哦、喔，想怎么看不到你贴图？没有，
没有啊、哦，什么大鱿鱼、大鲨鱼，没什么好怕的。好贵哦，光瑶不是，这只叫福分啊，我缺牙膏，顺便买个牙膏，牙膏没了。这只是，大家有推荐什么？乳酸定吗？牙周是乳酸定，德奈，还有什么？德奈，那漱口水不是吗？这个用乳酸定超好用，好，跟着用乳酸定。买四送四，苏酸定抗敏多元护理牙膏，就决定是你了。它都长这样子，然后还缺什么呢？啊，我还有没有缺什么呢？应该是没有了吧？想说有没有什么哪里要？没有，反而是阿米狗没有参加。我们叫做原价89999，特价5690。原本要开太强了，所以我想说画画好了，但是画画又给你们看这有多憋不出来，多慌张，多、嗯、多什么？你们看，原价89990元，嗯、特价5690。黄城，为什么要突然看散了、啊？怎么散？因为太夸张，很热。夸张很热啊？不是啊，为什么这开冷气没有用吗？吹不到啊，吹不到啊！他之前在前一个工作室就有自备一个小电扇在桌子下。你是不是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我知道啊，他不是啊，他就很色啊，他就喜欢那边一直的东西在吹啊。啊？有人吹就好了。啊？啊？那龟龟怎么去、啊？有人帮忙吹就吹电风扇就好了。他刚刚停了一下。嗯，你们在想什么？想刚刚我在想的。你刚刚在想什么？你们刚刚在想什么？你们好奇怪。到底在想什么？你好奇怪哦！你不是啊？你到底在想什么？循环扇啊？怎么了？不是啊，是那个、嗯、什么有的吹就好了，什么意思？有人哦，东东哥，化成机三，不错啊！谢谢你的支持。吃宵夜了啦，成绩三，成绩三没有啊，我们的车没有过啊，借口没过，啊，剩我一个没准备，我们边准备边找好了，现在我顺便看一下我有没有什么缺的，家里缺啥，卫生纸好像也快没了，卫生，嗯，我买再生纸。带生纸的卫生纸，哎、欸，怎么都卖完了啦？收取是卫生纸，又不是带生纸。哎、欸，我是什么角色啊？你是一个傻炮，哎，对啊，不对啊，你不是说你那天不是找我说要玩另外一个游戏啊？怎么我居然还找 GTA 吗？还是哦 GTA 我也手速 GTA 我也载好了、啊、，GTA 载好了，嗯，手速的那个，因为我想说今天很晚了，如果开新游戏大概也没什么人看。哦，你是说我那天给你看那个手速吗？看你什么时候？对啊，那个看起来不错、欸。好啊，好啊。看你想玩啊，看你什么想玩，下次也可以啊。好啊，就你爬山回来，看你的手会不会抖啊？哎，他会变成猴子吧？不对，明天你不在的话，我去玩那个好了，那个模拟，模拟市民，对啊。我明天在啊。你十号，十号，已经九号了，已经九号了。现在已经九号了。所以聊天室可以刷，今天可以色了吗？好吗？今天是重阳节。对。9981，没有，99。开门喽！我正跟你说那个 Party Animal 好像要重新上市了。还没啊。Party Animal 就是一群小动物在打架，很可爱。动物。动物大乱斗，那为什么下市了？因为他那时候在测试版，竟然是 demo， 他是 demo， cool， 对，那个玩到真的很嗨哦，那个真的很嗨，那个真的
动物很强。对啊，等我一下哦，我快要把那个我要的，我你们知道我家现在33度吗？太热了吧？你那你那那你可以在你家没有鬼啊？我家对啊，一定没有鬼啊。铁皮耳塞，不用怕、哦，我家很温暖。哦，我有鬼，我靠！龟龟你看，嗯，怎么了？我 Siri 自己播歌了、欸，这个，哎、欸、Siri， 这个温度枪站起来了。闭嘴！温度枪哪里？在门口，门口。我 Siri 自己播歌了，完了，怎么回事？哎、欸，真的耶，好完了，这边就这里啊，这边是鬼点，这边是鬼点，鬼点，这是就这里啊。哎、欸，我昨天有遇到一个就是大门鬼的，站起来靠呗。门口大门鬼，收到了。这一定有鬼啊！好，直播能原谅吗？当然可以啊。到底是 Hello, 太酷了吧？端午节啊，这是端午节吧？立蛋哦。什么东西？什么有鬼脸？怎么了？你过来门口看、啊。温度计站起来了。温度计站起来哪里？干超猛的，这怎么丢的？我要去拿。没事，什么温度计站起来？我没看到。温度枪，温度枪，你们看温度枪站起来的。没有啊。哦，怎么可以站起来的？就乱丢啊！昨天我在丢那个荧光棒，荧光棒你会站？哇！我要让岩站起来，我要让岩站起来。那我问 Siri， 给我一个信号。你在说什么？谢谢，相信我，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哎、欸，我的岩，为什么 Siri 不会讲话了？为什么 Siri 现在都只有那个？白痴，你为什么抢我的岩？嗯，对，很难呢、欸。当然很难啊，而且我觉得那个温度计应该是更难，它的那个。能站的那个应该对，他的握柄。看，我一定要让那个东西站起来！妈的，结果我们根本都没有要理鬼，我们在那边丢东西。哎、欸，站起来！他、啊、站起来了，这边。哎，鬼点，这边真是鬼点。就这里了，就这里了。我架好了，摄影机都架好了。哎、欸，你怎么让他站起来的？厉害！站不？为什么我站不起来啊？为什么我站不起来？哎、欸，有了有了、欸欸欸，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快点快点！给我一个信号。这什么鬼？谢谢你的信任。靠！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啊！吓死我了！再重都要。我被你 Siri 吓到。谢谢你的信任。对我来说，再重都重要。再重都要。他文不对题啊！聊天室突然在说什么？你站起来。嗯。啊？怎么站起来？其实你真的重要，没有站多人、啊。站起来好聪明。哎，荧光棒也可以站起来吗？可以。荧光棒站起来感觉超难呢、欸。就一柱擎天。啊？荧光棒。在干嘛？荧光棒。嘿。哦，超难的，荧光棒超难。最近有没有？嘿。需要购买的东西。哎、啊欸，站起来了！我丢一丢都站起来了。温、欸、度计。什么东西站起来？我没拿钥匙。第二个温度计啊！干，好扯哦！无印的静音扇很赞。嘿，我的荧光棒站不起来呢。那可以帮忙拿钥匙啊！啊啊！感谢你。嗯，感谢你。哦，这个站起来很好玩嘞、啊！感谢。现在是立春吗？现在立蛋。在立蛋，在立蛋。今天是重阳节，没有啦，今天是端午节，今天端午节。今天是重阳节，重阳节可以立棒。会回答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哎、欸，我的相机也站起来了。好像没有什么。是啊，肯定是啊，哪次不是了？东西了，永远都是。哎、欸，我先开灯喽。好，你先开灯。好，我出来了，站不起来啦！啊，我想不到了，算了，先这样子就好了。我吐了，我荧光棒站不起来，烂东西，紫色芭乐棍呢、欸？紫色芭乐棍是胆小，我荧光棒站不起来啊！紫色芭乐棍，什么东西啊？你不别想了啦，你站不起来。哎、欸，你这个作弊！妈的，你这个作弊！你给我靠着那个墙。你说立蛋，然后靠在瓷砖的中间那一种。对呀、啊，跟那个立蛋塞、啊。谢谢订阅。塞在那个瓷砖的缝里面，说我立起来了，我立起来了。好久没跟台了，谢谢。谢谢你的订阅。
OK， 就这样吧，我想。就这样吧。没有什么要加的。不然我们有没有可以抢劫任务啊？抢劫任务？玩电你。我今天不能睡了啦！我今天不能睡了啦。我在想，我今天要玩什么？我今天没事，我今天要玩到几点？我明天也没事，而且我后天，严格来说是明天，又一天不能，又一天不在，所以我今天应该也不会太早睡吧。可以哦，那我们今天就到早上吧。好啊。可以哦，没问题啊，反正我今天被那个列车洗脸。答应要陪他们到早上。这边能早睡就只有拉拉了。啊？什么？等等等等等等。因为早睡没鸡鸡之类的话不是吗？我有啊，我讲出来啊。啊对啊。他一直说，他一直说他有鸡鸡啊。好恐怖哦。好了，我成功了。我比他还大呢。你到底在空间小、啊？我最近认识很多女生，送一个东西都很大，我吓死了。好不。哦不，这看起来很猛哎！张烤盘哎！什么？要上班？要上班？会不会暴毙啊？那我先去尿尿。好，再给我一下下。好、啊。这个东西实在太吸引人了。哪个？啊？张烤盘。哎、欸，好吃电烤炉。我看风扇变成看家具了呢。对。没有，因为中秋节要到了，想说我可以跟梅博两个人烤一烤。我一丢就立起来了。哎、欸，那是我本来是我丢的，妈的！现在是我丢的、啊，你看我开了灯座记号了，就代表是我的。我相机也立啦，你能怎么样？能怎么样？妈的，相机这么好立，那你立啊？那你立啊？不要啊！不要啊！不是啊、哦，我们不能烤肉了。对啊，最近那个有变严重。不，我很期待可以再烤肉的。啊，有。没事，我们线上烤肉吧。我们视讯烤肉，我自己用那种铁盘。视讯烤肉。啊，你知道他们日本都会那个吗？嗯，他们日本都会开着视讯吃饭。要喝水了。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哎呦，不错。还是改天我们就一起说我们要一起吃点什么东西有没有？那我们再视讯吃饭。对啊，然后就视讯吃饭，也可以开台跟大家一起吃饭啊，有吗？哦，喝了水了吗？嗯。好，就决定不能马上来哦，要等四分钟。福建在北部，但最近到底是有多严重？听说新北那边蛮炸的，那个 Delta 新北好像限制不能那个了，是不是？台中也不行啊，台中也出事了。没有，台中也限制不能烤肉啊，还是你是限制别的、啊？限制烤肉，我觉得限制不能烤肉是好事了、嗯，但在自己家里烤的话就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新北是不能内用，先喝水再说。我已经想要尿尿了，我水对我也要尿尿，我狂喝水。我水喝完，我要去装水。灯已经开了，那我只好凭借着一己之力算了，我也去尿尿。哎呦！我都没声音。你好，你好。
回来了，我回来了。嗯、这两个在干嘛？我回来了啦啦，我回来了。你看右边那两个，哪两个？他们好饿啊！啊，这个角度不错。刚才顺便尿尿。你们在冲三小？你们才在冲三小。你们这个在冲三小。嗯，没有办法，要在要在位置要在那个一点，我在等嘛、嗯。等一下哦，长得好丑，是要这样子啊？嗯，是要这样子啊？我找不到你们，我在后面、嗯，你不要因为我黑就这样看不到我。好过分，好了啦，走吧，走啊，该开始了 ，Go Go Go Go。头一集去就炸了，直接往二楼不够。Give us a sign， 你不是调中文了？给我们一个信号，给我们一个信号。我什么都没拿，跑进来是什么意思？你通灵盒没有用？你几个意思？我几个意思？这个没有通灵盒，你怎么知道？等先，我们上次不是在通没在没有那个？我觉得那是 bug 哎、欸，那是 bug 吗？修好了吗？哦，我好舍不得把这个立起来，我是不是捡起来哦？算了，妈捡了。再来找一次通灵板，我也想找到啊，然后好像不是每次都很容易。这地图是什么？啊、什么 farm 是吗？农场吧。耶，谢订阅。某一个农场是不是？嗯。因为有两种农场，一个是五分钟内只能说英文。Craft farm， 你都不要讲话就好了。Craft farm， 五分钟直接说英文了。Okay， let's speak English。Okay， no problem. My English is good. No， fuck you. You English is suck. 听到没有？好难听哦。Shut up, you fucking guy. 啊？我看到通灵板的位置是，你以为我听不懂哦？这间有阁楼吗？你是说三楼的吗？这间没有阁楼。哦哦哦哦哦哦，那我知道是哪一间了。那我知道哪一间可能会有。哦 ，OK。OK， 又飞起。OK， 哦哦哦，哎哎，six four。So cool， 可以讲不脏话了。Here，So cold， 通灵板会在储物间的最角。有啊，我刚刚就照到门口有四度、三度的，我也觉得是门口鬼。哎 ，Door Ghost。那我只好先丢一丢了。然后一楼是三个角落，有可能有通灵板。OK，OK，OK，I go take another。嗯，我觉得是。那他在门口等了我们很久了。真的，通灵板，通灵板在那个三，在这个大房间的三个角落。我刚看了那个，哦，找到了，没有通灵板啊，不用理他，找到了，不用理他。哎，我看到点阵，赶快赶快拍，赶快拍，赶快拍，快拍快拍，没有他越过去了。Take a picture， 这里有哪里可以绕？这个沙发可以绕，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嗯，我看到点阵。I can see。Okay, okay. I take a picture. 哦，他在上。How old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不，你几岁？他要踩了。你几岁啊？阿伟，阿伟，你几岁？哦，你几岁啊 ？Fuck off。你几岁？Fuck off! I want to take a picture. Fuck off! 我拍了，他很想出来，但是出不来。等一下，因为现在灯关了。通灵板可不可以在外面玩？你几岁？等一下，我要加这个。你几岁了 ？How old are you？ 你几岁了？一定要在里面玩。你几岁？你年轻吗？你很老吗？你很勇吗？你很勇吗？让我看看。你几岁？
啊，终于。一。零。五。一百或十，不知道是哪一个。啊，怎么都是这样啊？110岁。啊，每次都这样子，不知道是十岁还是一百。他们这个有 bug 吧 ？Hey guys, we have to, we must to. Fuck you, no. Fuck you. You go eat poo poo. 哇，我已经领了。We have to must to burn the woods. 在鬼附近使用生命。Around the ghost. OK， 他就在旁边而已啊，烧啊。OK, let's do it. Let us dive. Oh, take a wrong item. 哎，话说你们有那个吗？嗯，我带打火机来。有啊，我在这里。Okay. 我扔地上给你玩。I can do this. I can do this. 哈。喂。啊！怎么烧起来了 ？What the fuck！ 然后踩过去按啊， oh, 踩过去按啊，踩过去再烧。Wow, thank for your subscribe 。英文字好烂哦。看英文好烂。你比赛。哎、欸，点阵、啊、看到了。看到点阵了。听到你比蔡少还烂吗？我没说话呢。看到点阵了。讲到一半，我听到了。You shaha you， 哎、欸，我看到点阵啦、啊！是我讲话你都没听到啊，拉拉！哎、欸，哎、啊，鬼出来，鬼出来，鬼出来，拍他，拍他右边，鬼出来！哎呀，没了！哎、欸，右边，他刚才从右边走过来，可惜。I 你死多久了？哎、欸，怎么全灭了 ？I see。怎么？怎么都加在同一个地方？你死多久了？点阵又出来了，你死多久了？ Oh. 你死几岁了？你死多久了？你死多久了？那应该会有十二分了。找个指纹吧。你在这里多久了？妈的，你刚工三小，你英文多好？妈死啦啦！啊！现在才想到。你死多久了？我们要看还有什么能问？我看。中文还有什么能问啊？还有脚印呢、欸，他又走过来了，有种现身废物，有种现身啊废物，你在哪？你继续怼他，你等一下要被他杀掉了，你信不信？哎、欸，那个通灵板正在动的时候可以拍，真的假的？会、嗯、也算指标是吗？也算，对对对对，三星哦，酷 ，F O Y 啊。F O Y 什么字 ？F O Y boy， fuck boy， boyer， F O Y E R 是什么字？有这个字吗 ？F O F O Y E R， 门厅，哇，长知识哎！你是说你在哪里？你问他看看你在哪里？啊、我问他你在哪？门厅对啊 ，F O Y E R 长知识了，是 boyer， 我问看，哎、欸，我问看哦。Foyer， 你在哪个房间？回我啊！你喜欢哪个房间？好不理我，你有小鸡鸡吗？你有小鸡鸡吗 ？Small cut， 你有小鸡鸡吗？你几岁？你知道阿金突破几公斤吗？哎、欸，我。哎、欸，每次都，我觉得鬼点是在右边呢、欸，那个点阵的右边呢、欸。我在那边听到，应该拿90岁的，就是然后右边那个点阵有没有？他一直在跑啊，你们看到吗？他，我觉得鬼点是在偏右边那边呢、欸。为什么不开灯？因为你开灯就不能问问题啦、啊。是这样吗？对啊。你有小鸡鸡吗？有花。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他妈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每次问你都不讲话，每次用中文都不行，英文也不行，你到底设计这个板子当来干嘛的？你就只会回答三个问题，
跟你讲。哎，靠背为什么？你进去了。为什么我在里面啊？你赶快跑！哦，绕圈圈喽！好小啊！再见啦啦啦！沙小啊！刚不是我鹦鹉很破吗？哈、嗯，现在谁比较害怕？沙小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啊？靠背啊！为什么是我啦？死了吗？关门关门！再说鹦鹉他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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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不用，赶快拍尸体拍尸体拍尸体！拍他尸体啦！哎呦，拿啦！阿里阿多，加油！你在吗？给我个信号。你玩够了没？你这只，你这他妈的烂鬼，烂鬼，废物，只会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根本就不会讲。我是弱智。弱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火气很大。你是男的。你是男生。你是男生吗？你是男人吗？你是男性吗？中文博大精深。你博吗？你会博起吗？你能博起给我看吗？哎、欸，你有拍他视频吗？你确定你想看他博起吗？你生前有干过炮吗？嗯哼。你几岁啊？我们还是把这个智障关在里面好了。你几岁啊？妈的，是你。不是我。那不然进去开灯啊，我去跟他玩那个绕绕啊。好啊，你去啊。啊？不是，这个通灵板。饿了。嗯，啦啦啦。这个通灵板真的很愤哎、欸，我要先喝水。等他猎杀一次，我就进去，然后把灯开开，我跟他玩绕绕。好啊。然后大家来赌我会不会绕成功啊？要不要？啊啊啊！要不要？啊？嗯啊嗯嗯嗯嗯。他只能拿一些很轻的东西。不然你想把整栋房子搬出来？等一下，我来看一下绕绕。关门了，关灯了。叫他名字好了。嗯，等一下。嗯。OK。哎，灯关掉了。嗯。关了，他关了，他关了。白痴哦，灯开关在哪？妈。这个在丢酒瓶，不是我丢的。对，我看到了。在房间的房间里面，还记得那间吗？哪一间？房间的房间。在一楼、哦、好远，我觉得现在进去会倒哎、欸，你觉得嘞？当然要等他猎杀完以后再进去啊。那你要想把他猎杀完了、啊，你先刻个药吧，药头。什么东西？吃药啊。我又不用刻。药啊，药头。我又不用刻。你刚吃完，骗人，妈的！我们刚吃完，你在讲什么？哎、欸，他这个凸在这边呢，这是什么小鸡鸡啊？怎么这么尖啊？嗯。拉拉，啊，你帮我画啊？好啊，好，那你帮我画，要去背哦。都好、啊，什么去背？那个啊，铁土啊，不是铁土啦，那个土。报的用什么画？没有声音哎，我怎么知道？都可以啦。不要绕的话，就要在这边绕啊。大概只有这边可以吧？给我个信号。如果是这边的话。灯要放这里，你帮我喊喊看啊，我的这个不能用，他不理我。你的手电筒，你的手电筒消失了，他手电筒消失了。你又要全部提供给你吗？当然啊。哇！哎、欸，他要猎杀。关三小干。哎、欸，他是从嗯，他出现了、欸、右边的那个在哪里？不知道，但他出现了。对不对？就是右边点阵，对不对？右边的书柜，我要没有，就是楼梯旁边。而且不会吧？我是不是在刚他妈的把手电筒丢进？哎、欸，谁还有手啊？我去拿小智，他是不是关灯了、啊？没有啊，没有吗？但他又丢走、欸。但是我觉得里面雾雾的啊。他妈一直玩呢、欸，比我还会玩呢、欸。没有，那你跟他一起玩啊，反正你们是好妈鸡。妈的，他杀了我！等一下，话说回来，我们三个那个出来了吗？哎、欸，没有啊！你干嘛关灯啦？有点震，点震啊，就是点震啊！我们就点震啊！我们在那边玩成这样了，什么时候可以放英文、啊？我们没办法破关了，我们完蛋了。EF 没有，通灵盒没有，可是也没有刺骨啊。
我在想是不是指纹跟笔记还有灵球，但是灵球我也没有看到、啊。不要一直关灯啦。EF 呢？没有理，没有逼过，没有逼过。所以我在想说先找指纹啊。好啊，那我来找指纹。指纹的话，现在灯去哪里啊？就剩幻影女妖玉灵。我肯定相信啊，我也是用小画家画，小画家超好用的吧。啊，前面的灯去哪里了？哪个灯？我会等下突然被关门了、啊，真是搞笑嘞。那我们就一起。这边怎么只有一个灯？这边不是应该更亮一点？看到他了。我为什么会洞洞？又不是在猎杀。不是啊，怎么会洞洞？他为什么会洞洞？没有，这显形啊，显形而已啊。闪闪小，妈的，操你呆！然后又关我灯。怕、哦？我不怕、啊。哦，找到手电筒了啦，队长。那凭什么献星的时候就杀我，不杀你们？靠腰。他喜欢先杀猴子啊。哎，你明天有当猴子？还有关灯了。哦。吃香蕉了。对了，明天。哦，不要一直关灯啦。我要跟你们走在一起。你在里面吗？还一个就是你。我在里面啊，我在你后面啊。你小心一点啊。没事啦，大丈夫。我拿了那个荧光手电。好，我开灯了。哎、欸，等一下，该不会是我们灯开太多烧掉了吧？吗？会吗？不对吧？就只剩一楼的灯啊。我们只有一楼的灯、欸。对啊，我们只有一楼的灯。那把不必要的灯关一关。我电筒了。好。这个灯是哪一个？这个灯怎么关不掉啊？这个灯是这个灯吧？你有找到那个吗？啊，关掉了。指纹有吗？关了。没有、欸、我没照到指纹，我照门啊，玻璃都没有。那关后门、欸，等一下。OK。哎、欸，关门了就够了。说了吗？锁了？没有啊，没有啊。我怎么显示锁的？可恶！那看一下那个门有没有指纹。好了，我准备好了，来吧。让他不跑太快的鬼。没有指纹哎、欸。啊？都没有指纹。哎、欸，他又关灯了啦。没有指纹哦。没有指纹，然后有点阵，只有点阵。他在玩灯吗？啊对，妈不敢单挑那边玩灯，太小。对，卡关了。好、欸哦、来了，猎杀来了。你在里面还外面？你在里面还外面？我在外面，白痴。哎、欸，他过去你那边了。知道。哎呦，很会哦，绕圈圈哦。二楼。哦，绕沙发，很绕。有。恐鬼在当 DBD 在玩哦，很厉害哦，很厉害哦，是不是？啊，你应该拿圣木的。好、哦、呀，我又被卡到了。哎、欸，他去 DH。哎、欸，他哇，他走回来了，完了，被妖入了。啊，还说很会很秀、哦，我又被卡到了。哦，这次又是垃圾桶是不是？哎、欸，他走，他很爱现形哎。撒尤那拉，哈利亚多。那十字架要换一下位置呢、啊？有灵球，找到灵球了。要挑战成功。我给你一个荧光棒。他没有烧。我帮你烧了。女妖幽灵妖怪，女妖幽灵妖怪。女妖幽灵妖怪。那你要不要玩玩看？那你要不要玩玩看？我不要啊。为什么？我花了很多钱买道具。只有二啦。啊、没有吧？这次都是繁星吗？没有，这次是他。那繁星你要不要玩啊？等一下嘛，妖怪 BF 才2而已。通灵盒，通灵盒，哎、欸，是现在差什么条件？你要幽灵妖怪，指纹点指纹通灵盒或寒温。指纹通灵盒或寒温哦，我想一下，应该是没有指纹，我都没照到。可是他一直关灯呢，还是要去照那个灯啊？五十几秒哎、欸，我手会抖哎、欸。那等一下哦、喔。那、啊、你打火机拿里面去了是不是？在我这。那不行，它的模样跟那个不一样哎、欸。我觉得应该不会是寒风刺骨，你不觉得吗？不会啊，他在那个叫什么点阵上面的图案跟他本人长得不一样。指纹跟通灵。他那个点阵，他都超难的，只会用一个影像哎、欸。你要不要拿通灵盒问一下？
灵球跟点阵有，我们有看，看一下指，他指纹跟通灵，通灵盒在哪里？你脚边，啊、！Give me a sign， 我们要开 ，Give me a sign， 然后关灯哦。我觉得会。会死人呢、欸！你是单人关灯，然后一个人还有才能用那个。我怎么觉得我会嗝屁？杀他！杀他！哎呀！哎，逼了。如果哎、欸，他现行了。你有拍照？拍照！拍照！拍照！哎呀！冲过去碰他！拿鬼一炮！还问？因为他现行的时候根本不会。Give me a sign。没有哎、欸，我拿照相去拍他。哦，哈屁呀、啊！你哎，连我都要。这里哦，很小。看哪里？我要拍他。哈小，哈小。真的是哈萨小。阿萨利。阿萨利哟。那个十字架要不要放前面一点啊？十字架？你说门口的、哦？不在。嗯。哎、欸，没有十字架，哪有十字架？有啊，断掉一根啊。喂。哎。嗯，不行嘞，这个游戏已经开始渐渐失去乐趣了。所以我才说要玩刚刚那样子吧。我来拍他好了，死了就算了。哎呦，反正我去了，反正我有1000多块。没有啊，我已经帮你架好灯了，你可以跟他玩刚刚在玩的那个看看。哎、欸，哟，这个完全烧干了。都烧干了，哎、欸，这完全烧烂嘞！哎、欸，这个，哎、欸，那会不会是？哎、欸，来了，别杀了！我要拍他！耶、yeah, ，我拍到了！退退退！哎、欸，你会不会玩、啊？会跑！会不会？你死定了！被椅子不，我被椅子卡住了！我救了你一下，你赶快往楼上跑！啊！你死了！聊啦聊啦！你好烂！我想说帮你扫，你怎么跑去那边？我找不到路啊！我眼睛不好。原来他刚刚，原来他刚刚出来哎、欸。嗯，原来他刚刚那个动作是因为你帮他扫圣墓。对啊，他刚刚左右你哦、喔。原来如此。不，走吧，回家吧。眼睛不好。什么鬼？不知道，两个而已，只找到两个。那就猜 EMF 吧。不，我夜盲啦，看不到黑黑的东西。那就猜 EMF 吧。嗯，哪一个 ？EMF 点阵跟灵球是吧？嗯，哎、欸，没有这种东西啊。所以就灵壳、通灵板、寒温跟指纹。寒温一定没有嘛？那、通灵板我刚刚讲没有用。那就是指纹，我没发现喽。嗯，妈，好了，再一个，我刚刚拿了。欸荧光手电筒，他走路速度不算快啦，算要猜女妖吗？女妖是哪一个？通灵盒。嗯，不算快，害怕十字架吗？噔噔，要不然再继续找紫薇啊？也不是不行啊。好啦，猜女妖吧。好，好，关起来。哦、嗯，等一下哦。你要是哪个指纹啊？好，嗯。这只的鬼倒是很喜欢现实。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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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忘记猜了。白痴，没事啊，搞不好猜错啊。妖怪，妖怪，好，我们真的猜错了。妖怪是什么？我不知道，忘了，我看一下。妖怪是通灵盒，哎、欸，灵球跟点阵、欸。哇，你是猜什么？我拉个回放。现在是通灵盒，不过我们有照相12块钱。
然后你是金主，你死光了，什么都没有。对，我死光了，耶！问谁要？问谁要当金主？我还是想要，我还是想要玩那个。你充啊！我买一点点就好了。我在看我是选哪个？为什么前有160？先一个 ，OK， 准备。那我来随便买点什么，缺什么？啊，我当金主啊。嗯。温度计，三脚架，温度计一个，三脚架两个。嗯。圣木两个。嗯啊，最重要，强光手电筒在哪？嗯。强光手电筒。来啦，完了。还有什么要买？还有什么要买的吗？蜡烛满了，打火机满了，圣木嘞，圣木，圣木差两个，圣木再两个。圣木？什么？你要这样就好了吧？好了。然后没了吗？没有，点阵投影，我再买一个。那我不买了，我要当，像我有的也丢不进去。好想尿尿，准备去尿。尿啊、喝太多水，该没了吧？蜡烛、打火机。不是我好饿哦，刚吃泡面哦。吃，我们一起吃泡面怎么样？哎、欸，我也买了。已经没有来一克之类的东西了，但我真的好饿。哎、欸，拉拉，你会画那个吗？有人说喝水，你要画贴图那些的吗？贴图，跟那个，教我就好了。我教你，我不会画，我怎么教你？没有，我不会那个，就画完就好了。要去背。哦，晚点再研究。看你用什么软体啊。哎，有我看不到。妈的，我他妈是只会用小画家，你还要我教你？没有，我说那个，我怎么说呢？啊，要怎么讲啊？啊，好想吃泡面哦。怎么办？刚刚有人提到吃泡面，还我也想吃泡面。哎，我买了那个满汉大餐的麻辣烫味道。New intel, reports of light switching, possibly harmless, but be careful out there. 怎么画头？他的头我来画。尿完了。嗯，哎，25，菜头，干嘛？尿完了？要吃泡面啊？好啦，现在泡吗？现在，可是我想用煮的耶，想煮的，我懒得。嗯，煮的可以打蛋啊，打蛋比较好吃。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打泡？你们两个，你把你的鸡鸡放到锅子里面。我是说咖啡打奶泡。哦，咖啡打奶泡。
的信号。给我信号。像是我要追上阿靖之类的。给我一个信号。太好笑了吧，我现在知道我被 RTC。RTC 什么？就 DC 霸凌啊。我是透过那个给我个信号，听不到你们声音，我是听得到无线电的声音。哎、欸，七度，七度还好、啊。哦，不对，我忘记太久没玩这个，这个要五度一下。当然，我要先去找通灵版，等一下，我先看一下這。哎、欸，四度哎、欸，然后走廊鬼。这间是什么房？是五度。这间叫做四度，七度，五度。这是这个吗？六度。这是这个吗？十度，那你们都去外面了？难道在没有啊？是啊，我找到了。你找到了？你又找到了？没有没有，我找到通灵，找到哪一张地图了？然后通灵板在哪些位置？通灵板在走进来以后，对左边的小房间里面可能会有。什么？你找到哪一张地图？啊，不物间，有可能在这间。呵，看到吗？没有。吗？没有。No。No。给我个信号，楼上跟地下室都有机会。好，我们去地下室 ，Let's go。给我个信号，在这里，在这里。那没读到哎、欸，还是我重开机。四度，四度。哎、欸，地下室为什么没有开关？四度，四度，四度，四度。没有真的开关哎、欸。那也安呢。如果是地下室的话，会在最在这边有机会有啊，这边没有，那就没有。那就是别的地方。你说还有哪里？剩下的就是二楼。二楼。二楼有两个地方有可能有。走 ，Let's go。二楼怎么去？这边。二楼的在。跟闪的吗？闪就闪。反正我这把不是金主，随便你杀。左转这两个，哎、欸，都被打开了、欸，谁开的、啊？嗯，我啊。那就是啊，你开的啊，那就没有，那就这场就没有那个没有。啊，没板板了。嗯，没板板。八点三，七点零，哎、欸，你们有没有一个感觉？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了。嗯，真的哎、欸。超级久哦，谢谢丁俊，哇，你很久没看到刺骨了。你今天12度好多啊！谢谢丁俊，恭喜，耶！三度，可以，这个泡面我直接打三颗蛋。有差吗？嗯，有没有本事打鸵鸟蛋啊？鸵鸟蛋。鸵鸟蛋比我玩还大哎、欸！哎、欸，你们丢他一个人在里面哦、喔。对。嗯、还是他剛剛、欸？我刚好冰箱里面有一罐那个干贝。昨天我在最里面的房间找到，真的假的？所以那个图是旧的喽。哎、欸，拉拉最喜欢的熊熊玩偶，我不然我们再来搬家好了，我把他东西搬走，那我也不知道干嘛。很神奇气哦。对。为什么拍咪呀被拍被人会变拍咪呀？哇，你名字也太长了吧！谢谢订阅。这一间10.7，二楼好像都没有哎、欸。我已经逛到不知道自己在逛啥了，我都没有逛到五，我刚有了，我刚刚在地下室逛到四度啦。地下室吗？嗯，地下室有个4.0呢，就4.0，我要换东西玩了。我拿笔记本，不对啊，我又没测出那个，我拿笔记本干嘛？所以我那张图应该是旧的了，有新的那个开关的。不是吗？嗯？哦，你在里面啊？抱歉。哎呀，这边没有，这边两间都没有。没有在造灵球。嗯。就没有了，不在二楼啊。嗯。哦，我创造过最好吃的泡面组合是拿辛拉面，然后加上好市多买的火锅肉片，牛肉的。楼梯鬼吗？超赞的。哎、欸，对耶，这其实很长的楼梯鬼。二楼关灯哦。那我们去地下室啊。
准备跟荧光棒在这边。十一度也不是对，哎，一度哎，这边有一点值得怀疑。哪里？一楼大厅左边，对，好像就这里了。是吗？哪里？这边的温度相较于其他人特别，相较其他地方特别低。可是地下室有四度哎。你去开灯，说不定就没有了。哦，我刚有说一进门的时候，门口这边我有照到四度。是不是在门口？这我也不知道哎。门口十三哎。我说那个走，这条走廊。哎，现在又没有了。6.2度哎。龟，我画面截取 YY， 真的假的？截取 YY。哎，真的也歪掉了。怎么是 YY？就是我一个通讯软件，什么泡面歪歪？叮，好了，这样子可以了吧？震了吗？三度，看一下，这样应该震了，震好震，睡了。好像是走廊鬼耶！不要玩灯，我看那个 OBS 看到鬼在玩灯，趁我在拉画面的时候，屁孩是不是？是吗？是走廊鬼吗？我们快要被猎杀了，那就给他杀吧。我也没办法，我在拉画面。德库，画面。我会看着你死掉的，放心。没有啊，这边到处都是十几度，就只有走廊那附近，跟一楼那个客厅那边。那我只好把十字架当街丢在走廊上面。配料。这里啊，就这里最低，这里只有7点多。我去关灯。又12度了。我量也是7点多哎，又变9度了。关个灯啊！好、奇怪啊！我量走廊7.9哎，发热嘞。我去拿声音等感测看看有没有用。不然我们来用一那个什么点阵，直接放在走廊。好、你试，我用声音感测试试看。就，然后一个放在里面。这个怎么长得那么像拖鞋啊？他们怎么一直都没有活动啊？就根本没有鬼。有没有？走错间了啦，这是隔壁啊，隔壁啊，隔壁间啦，不是这间，不是这间，走错间了，走错间了。你搬死要了。嗯？准备了飞步。他一直在踢我的椅子。点阵，点阵，我看到了。我也看到，我也看到，我也看到。狂狼鬼啊！走廊鬼，走廊鬼，走廊鬼，真的在走廊。是，嗯。24度哎、欸。啊？可是我刚刚走廊进来有量到4度，还7度呢。楼梯的。隔壁这房吗？我不知道哎、欸，不然我先看一下楼梯啊，搞不好真的是楼梯。左边这房9.5哎、欸。那你刚好经过吧？啊，他怎么都不会进那个啊？猎杀吗？因为我们那个还蛮高的、啊。是不是每次我们这一间的时候，这个鬼都特别酸呀？就是都不进。啊，到底在哪里？给我个信号。看他会不会回应？没想到玩小图有。我没有叉叉哎、欸。那么久。他刚是有人讲话吗？他说。那个是他吗？是吧？他刚说。要不要回他？跟你玩。白痴，我开灯哦、喔。干，挖坑在尖角。天命要塞，要关灯啊！天命要塞。哎，为什么？天命要塞。我听到哈吗？天命要塞。天命要塞。给我一个信号。给我们一个信号。给我们一个信号。叉叉。给我一个信号。给我一个信号。我的紫光手电筒到哪去了？紫光手电筒。紫光手电筒根本就没拿哦。哭啊！那有嫌弃他了。给我一个信号。怎么这个小间的这么难找啊？
对啊，给我一个信号。不给不给，哎、欸，哦，干嘛？点阵的绿光，我就已经他快现身了。没有，我的那个，赶快相机准备好。我刚照到那个门上的那个门把，我还以为是手印。还以为是什么？我以为是手印呢、啊，我照到那个门把，我是手印、啊。那、啊、我看一下有没有灵球。没有，盯很久了。对啊，对，也没啊，好吧。嗯，怎么办？找不到。我天，进房啊！真的不是这一间吗？现在又突然15度。看来应该不是的，到处喊名字、嗯。对啊，他叫什么名字？我们好久没有喊他的名字了。我们好久没有喊他的名字。叫什么？鲁滨逊。他叫做 Dorothy Robinson。Robinson。Dorothy Robinson。Doro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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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inson。用铜铃盒吗？Robin Robinson， 不是 Dorothy Robinson， 不关灯吗？他怎么会理你？啊，我不敢关，我现在有点怕怕。关呢、啊？把车钥匙偷走。Dorothy Robinson。好了。怎么了？Dorothy Robinson， Dorothy Robinson， THY 念 V， 不是 V 吗？ Dorothy， 哎呦，怎么了？谁？我关的。Dorothy Robinson， 妈，怎么都不出来啊？为什么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啊？为什么会跳这个声音？还是他是胆小鬼啊？你说又是刺鬼啊？刺鬼？那个多人不能活动的那个？你还信那个啊？我们的理智都还超高的耶，菜头还有90几耶。他嗑过药了、啊？我没有啊，我是专家。那、啊、为什么药少了一罐？谁啊？鬼偷走了？哎、欸，肯定是啊！药头还敢在那边钻？鬼会跑出来吃药啊！哎、欸，他刚刚强度有加哎、欸。有啊，有微动。感觉真的好微哦，完全几乎是每次这个房间。我把二楼再 check 一遍，你们下去 check 看看。我也要吃药，药头二号喝。我要去探险了，探险活宝。你的活宝？我要去地下室啊！我刚地下室有4度啦，真的。好，地下室试试看吧。哎，找带支架。滚！走，我们去地下室。Let's go。叮。给我个信号。6度、7度、8度。要开灯吗？可以开3度，第三度，地下室吗？地下室，地下室楼梯，地下室楼梯。我也没想哎，这里3度。哦，还楼梯吗？地方，嗯，地下室楼梯，我刚刚3度是测到地下室楼梯。好，支架丢一丢，点阵，会丢下去。啊？为什么？我手动重新说为什么干嘛要干嘛了？我刚刚把那个 app 丢在这里，然后它3度33，靠啥小啊？然后我拿起来它就不响哎。楼梯4.2，啥小啊？它还可以出来是不是？哇，楼梯刚我刚楼梯有2到3度哦，我看一下那个监视器。楼梯没有灯哎、欸。我看有没有灵球。好难看哦、喔嗯！你才难看，不是？哎、欸，有灵球，哎、欸，还是我看错？
你确定不是手电筒吗？在哪里？所以是楼梯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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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下室这个廊。对啊，走廊楼梯、啊。这边没有超，这边没有超过九度。楼梯啊，地下室那个下去的楼梯不是吗？哦、oh. ，不是楼梯，不是楼梯，在那个。哦、啊， oh, 我也看到了，我也看到。楼梯有灵球呢。脚印，脚印，赶、啊、快，有没有相机啊？在六。来来来，是我眼皮吗？没有吧？楼梯有灵球呢。楼梯的灵球。我也看到在楼梯耶。啊，来不及喽，来不及喽，来不及喽，下来吧，下来拍吧。看到是在下面呢。下面的温度，嗯，你看下面的温度，一直到这边也是，这整个区域，你看这边五点五、三点二，这里，对，到里面也是，这里面八点七、五点五，嗯，三点三，哎，对呢，哎呀，还是它是整个地下室都在它的范围内啊，对，是啊，包括那个房间了。对啊，因为我那就是地下室走廊鬼干，烂，哦烂嘞、欸，因为我刚看到灵球了，哎、欸，点阵是看到了还是？哦不对不对，点阵本来就会看到，我们刚刚在客厅都看到，所以现在是什么？点阵灵球还差什么？点阵有看到吗？拿笔记本给他写，哎、欸，有笔记本。点阵我没看到啊。点阵一开始在客厅不就看到了，客厅走廊就看到了。哦，对呢。对吧？还有没有摄影机？门口走，在大厅。好、啊。呀，金主今天没吃晕车药，等我一下。我已经不需要晕车药，我等下吃泡面就会好起来。OK， 来试试吧。心理之第二十。灵球是哪一台？这台吗？对啊。看一下，你们是哪一台摄影机看到灵球的？我现在随手一丢都能把它立起来，你看，我现在随便丢都能把它立起来。楼梯的，所以是这台。哎、欸，我不见了。是你们移过了？哎、欸，太渣移过了吧？嗯，那个摄影机、欸、架楼梯口的摄影机，楼梯口的被我移走了，我移到那个。哎、欸，看到，看到了，有看到。就那个灯的那个位置，对啊，在那边飘。你再看一次哦。你手电筒关掉吧。看到点阵吗？不然这个啊，用这个模式看啊。这是看不到灵球啦。这看不到灵球吗？嗯。能打开啊？打开啊！把手电筒关掉。把屏幕会亮，眼睛好痛啊！那个可以，那个那不用夜视也可以看到灵球，骗我！哦，白痴哦，是可以射射哦，白痴哦，可以射射，可以射射，哦，可以什么？还有另外一台摄影机啊，要换一下吗？我先盘一下，我看一下哦、喔。一，哎、欸，点阵灵球，这台可以看一下。嗯，灵球点阵，然后就是亡魂幽灵寒魔，亡魂幽灵寒魔，喝水，好喝。为什么灵球点阵是亡魂幽灵寒魔？你的女妖嘞？嗯，女妖妖怪，女妖妖怪啊！嗯哼，嗯，你在、嗯、哼什么东西？你在骂什么？按错了，女妖幽灵妖怪了。有韩文，就刚刚那个组合啊。对啊，妖怪。刚才一直在门口飘哎、欸。嗯。运动了，一直弹到他。嗯。对，还差什么东西？笔记本。指纹、通灵盒啊，笔记本。不是吗？幽灵不是笔记本吗？你要不要再想一下？妖怪？哦，不对，哦，我到底在干嘛？通灵盒。
刺骨啊，女妖刺骨跟紫纹。哎、欸，还想说、哦、通灵盒、刺骨，对，通灵盒、刺骨跟紫纹。紫纹，嗯，没有没有刺骨，所以就是通灵盒跟紫纹，走吧。好，紫纹。我通灵盒没有故障，用不了。喝水水，喝水水，喝了好多水，我也想尿尿了。通灵盒跟指纹，是吧？有没有指纹？有没有指纹？拿通灵盒下去断。哎、欸，指纹，哎、欸，不是，这是指纹吗？通灵盒吧。不对，这不是指纹。有脚纹，有脚纹。脚纹啊，还好啊。笔记本没写。有脚印，有拍的啊。给我们个信号。给我们一个信号。咱们可以信号了，完了，快跑！完了，往三楼跑，往三楼跑，往三楼跑。带路，带路，带路！我不会路，我不会路，我不会路。救人！不，手电筒给你，我不想死。这是我们首次群聚。自由。那、啊、这是哪里？是谁？是谁？关灯啦！关灯，关灯。开门。我死了！你这个拿荧光棒的智障，是谁？谁拿荧光棒？我拿荧光棒，可是原来是你啊！他，你妈拿荧光棒！拜托！哎、欸，他死了，好搞笑哦！你怎么站起来了？站起来了、欸！我怎么知道拿荧光棒有？他会找到荧光棒、啊、去？对，可是其实荧光棒不算三 C 产品。对啊，跟他抢那个门哦，我们可以关门哦。哦，所以要抢哦。哦、所以关门他就对关门他他开门瞬间要拉回来，白痴哦！他如果一直按左键，他会打不开吗？一直按左键，他会打不开吗？对吧？他是不是白痴啊？哈哈！我刚理智多少吗？我刚理智一百。你哦不，我看到药都不见了。哎，没药哎，他死药都，然后是我死，白痴啊！掉头发，药都死光了。要头发要的，你应该是看到幻觉了。按着会打开，要瞬间拉回去就没事了。那假的，那我再去玩一次。找指纹喽！哎、欸，我要去尿尿。他如果抓那个的话，应该看得到指纹了。如果没有，他们就 用通灵盒吧。我是通灵盒哎、欸。鬼不是只会对手电筒那些有反应吗？我被霸凌了，等一下、喔。还是他们都去尿尿了。哦，去吧。我要去厨房。Murder。这个我是药物成瘾，我也觉得是药物成瘾。吃药吃最多还是被杀哦、喔。直到看到幻觉。那我要在哪里？我待在一个，我在地下室帮你们看，挂着看鬼怎么样？可以啊，你去那个安全组啊，没事没事。我就站这里吧，然后你们就看我的画面自己了。阿拉，你要不要用通灵盒？我德华看看啊。我不行，我那个探测不到我的麦克风。我的也是哎、欸，这一曲不行哎、欸。给我个信号。我一直都没玩。叉叉叉叉都没叉。嗯。看一下妖怪的特色啊，常见的鬼魂，他对人类的声音感兴趣，通常出没在人类家中。好诶、欸，尿尿回来了。怪物猎杀时只听得到附近的声音，就刚刚有走路的声音诶，要走路的，对啊，很大声。他刚不是还哈吗？杀掉菜菜的时候还哈，哈哈哈，变。我、哦、很自责哎、欸，想说拿荧光棒没有怎样吧？那而且他叫我关灯哎、欸，我想说严格来说荧光棒不是三 C 产品啊，而且关灯，我想说关灯的声音才会吸引到他嘛，怎么办？没事啦，我们就猜是什么嘞？又是女妖幽灵妖怪，对啊。反正我不知道，没有。女妖是会跟踪，直到
感觉不是那个，不是幽灵呢、欸。我们刚刚理智都没有扣很多啊。反正一定不是刺骨寒温嘛。嗯。对啊。幽灵一定不会是啊。女妖跟妖怪啊。对啊。我也觉得是只追着菜渣走欸。对啊，我觉得是女妖欸。而且我刚本来是以为干嘛，菜渣是要把门打开看一下鬼吗？我本来说你要干嘛，结果不是，一开门就听到，对啊。而且他说他只会跟踪一个目标直至其死亡，他从地下室追到三楼欸。对啊，而且那个速度上楼是很快的。好了啦，女妖啦，这个小朋友上楼梯，而且不是重点是菜渣是走第一个，对，他猜他去哪里了？他煮泡面，干他是废物，他丢下我们自己煮泡面，他也不讲不讲。一般鬼会，因为你去尿尿啊，哦对哈，你去尿尿在他的面里面，泡面里面啊，对啊，鬼应该也很爱嗑药欸，所以肯定杀他。嗯，马黑药头，药科最多。那他，那你们加油，我先按好女妖，然后我要去煮泡面。我是觉得女妖啊，我都是煮哦，那我也要去。他按了，他按了吗？他还没按，他还没吧？那我要去煮泡面了，速泡面。你还我菜渣来哦！啊，这样躲柜子没有用吧？你是不是想跟主播色色啊？哎，灯亮了。你是不是想色色？对的话，真的是女妖的话，抓主播去色色很合情合理呢，对不对？聊天室，不管是菜渣的、龟龟的，还是我的。所以菲菲讲脏话了没？林乔讲色色，血压就升高。我们再去讲一次。等下结束这一场，要去调声音。哎呦！给我个信号。那是他逃的过程中扔的手电筒吗？他难道不怕找不到楼梯吗？不是，因为这情况下，如果真的扔了手电筒或荧光棒的话，然后会讲什么啊？你怎么也扔了手电筒？那怎么办？
完全摸着楼梯下楼。你们看到鬼哦？你看拆渣的画面哈，拆渣的台。哇，他画面太清晰了吧！我很快呢，那个鬼。请问是繁星台吗？对，我死掉了。一个煮泡面，两个煮泡阿拉去哪里？也煮泡面？还是我被 RTC？ 阿拉给我个信号。喂？好，都不见了。啊！我装兵器哦，不要逼我！我把车开走了，我要离开这边，我要去隔壁洞。他们还没回来啊？他们还没回来，你去哪里？我去煮泡面啊！哎、欸，煮那么快哦？我是泡面、哦，你是泡面不是煮哦？哦。喂喂喂，好嘞，我回来了。我们是猜女妖啦。女妖。哎、欸、好、啊，出发。哎、欸，等等。哦，对，哦，好。嗯，没有，因为推测的啦。因为他好像是真的直奔你过来的，他是中间连一楼都没有扫，直接往上楼打开橱柜找你啊。啊，这个情况、啊，这个情况下的话，应该是真的是针对你。嗯，对。嗯哼，没克下去。那个煮泡面要煮二十年的。我喝水了。哎、欸，他每次大概都煮超久的。对啊。你刚刚有看到什么东西飘过去吗？他说鬼冲超快的，用跑的。鬼刚，哦有真的。对啊，所以他超快。但是他们每次这个都只有这个模组，但他本人又不是这只。对啊，他们点阵只有这个模组嘞。对啊，他们点阵只有这个模组，搞什么？想看点好看的都没嘞。那你们要不要祝菲菲明天过后还能平安健康？那你们要不要那个？祝菲菲明天过后吗？是，你们要不要冲过去那个？要不要去玩一下？搞圈圈游戏啊？我拒绝。为什么？看能不能成功啊？太可怕啦！你又没有带那个。你有带道具吗？没有啊。完了、啊。啊，不是，我有靠，按错拍照了。你有带什么？我有啊，我买了什么？我记得我有买东西，可是忘记了。啊，我买了强光手电筒，还有小杂物那些。嗯，那你去菜渣的那边留。如果他说你今天可以射射的话，你就不用去。啊？那是什么梗啊？他说不行就冲进去了，跟鬼射射。因为刚刚如果是女妖的话，抓你去射射就合情合理。哎、欸，不，你今天不要再摔车，怎么了？你摔车？哎、欸，还好吗？怎么了？怎么回事？哎、欸，怎么会？哇，你真的是的，祝你今天哇哦，被撞。你怎么了？哦，这是梗哦，我打一下。怎么跟？你说今天可以射射吗？这个吗？对啊。你不可以、欸。哪里看的？靠背哦。你看，他会，你今天不可以，但下楼下那位可以。那个是拉拉。杯杯，对啊。会不会叫 L A L A？ 但是 B A B A。因为乱改啦、哦，我改回去了。要怎么改啊？叫八宝。
阿宝粥。在讲他不让我用这个名字，没有很严重，人家用过了吧？因为账号这么多，难免会撞名字。啊，那我类型选好了，我去上厕所，马上回来。很快很快，大概三分钟。能看画面。哎，他还是不让。什么东西还是不让？他不让我色色。那你就是不能色色啊！我改完名还是不能。还想色色啊？完了，再问一次。这是不是要限定一天只能玩一个？CD 制。他怎么煮东西煮那么久啊？没关系，我可以偷吃。那我要去查，我要查什么？哇，冲来冲去的，我要去看他有没有办法设定。好像可以，说不定。通知框，对，突然机器人定，然后是找到了，我看一下能不能哦。哎，我可以限定只有订阅者可以玩哎。那我是不是可以限定一下这个，增加一点？然后进阶用户冷却时间。哦，哦，它可以单人冷却，你们完蛋了。让那些不可以的人呢、哦？那些不可以的人就不能一直试到可以了。好了，我设定好了。试试看吧。
你们现在用完大概那个什么，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再用。对，他如果说不可以，就是不行。没办法，我没有办法限定单人的那个、啊。但是我可以限定，就是只有聊只有订阅的人才可以玩。这边昨天十三次才成功。要喝可乐。我的机器要被玩坏了。好好好、哦，随便你们啊。哎、欸，我可以了，一次成功。那再给我冷却时间了。可恶，他没有办法限定两种的。听到他回来了。我刚好像听到他叹气，看着又不见了。你怎么那么快？听到他的声音。你是要多久啊？你也太慢了吧。是哦，我在试着加一些奇奇怪的东西进去。很多奇奇怪的东西。然后我加的味道有点怪，我就又加了别的东西，想说把它调回来。在说什么？就是，我刚刚加了干贝，然后，会干贝，我觉得有点太咸。我回来了。然后我又加起司，又加牛奶。很棒，还是变得，有点难形容它的味道。难吃吗？不难吃，就是它有起司又有干贝，然后又奶奶的，很像你去吃那种什么小火锅，然后是那种起司牛奶锅，然后加干贝进去煮，可是它。的汤底又混了一点牛肉的感觉，好像不太好吃的感觉。干面很好吃啊！那、啊、你好了没？我们可以出发啦！用完面。出发。不要啊！边玩边吃，出发什么？出发出发！你要你要。OK。我们李志梅平均低于二十。不行啊！真的？对，没关系啊，我们海子不缺钱。哇，又是妖怪、欸！为什么？干了？为什么？又在弱了。不行，妖怪是刺骨寒温呢、欸，是有问题呀、啊？有，可是没刺骨啊。妖怪是刺骨寒温诶、欸啊，我们完全没有低于零度，不要说低于零度，低于三度都没有吧？啊、我量到最低的是三点多度呢。对啊，而且我觉得它很有变诶、欸。妖怪是通灵盒啦。哦，对，我要出去调，去设定一下。你是白痴啊、喔？很相信。龙虾条，给我们个信号。妖怪是通灵盒。这时间我哪里设龙虾条？
我拿给你啊。给我们个信号。好啊，你拿给我啊。一过去都臭臭的了。哇，我收不到声音了。屁股去那龙虾条都伸出龙虾条宝宝了。录制麦克风。菜头也在吃面是不是？吃完了。这么快啊？我记得你喜欢吃烫。是太快，是太快，我记得他喜欢吃烫的东西。那个欸、他喜欢吃很烫的东西。给我们个信号。哎、欸，我没有哎、欸。嗯，怎么了？我因为我刚通灵盒一直没反应啊。现在还是不行吗？嗯。你有调中文有重开吗？重开机吗？对啊。重开机吗？哎、欸，不是重开机，重开游戏。哦，重开。嗯。东方女人好像重开游戏。有了吗？等一下哦、喔嗯，我的语音变成英文啊，白痴哦、喔。你的 Windows 语音是什么？好像你在里面不管设定什么，它都是跟着 Windows。给我们个信号，给我们个信号。所以是不是要把中文打字改了？简体中文啊，您选择输入的装置语言，我说要把每次再移除掉，不用，你要新增简体中文的打字，对啊，我有啊，哎、欸，那你从简体中文的打字那边去按语音。嗯，好吗？我才移除掉了说。哦，对，我现在都用你那一套哎。哪一套？这么说菜头那一套啊。哪一套？就是两颗蛋，一颗打蛋花，一颗拿来煮来吃。哦。我没有，我永远都是蛋花。你在公山小。没有，你这样跟我说，一颗打蛋花，一颗煮来吃。正在下载。嗯哼。啊，四颗牙齿真的蛮难咬的。现在等繁星安装完，啊，嗯，我刚刚本来想说我躲到他们的马桶里面去上厕所，这样比较有感觉。嗯，就是刚刚不是上厕所，我想说就跟他们借，就游戏里面借厕所蹲在里面，然后没有躲吧？我想想，不对，我是金主，我好怕。那如果躲在一个他永远都来不及走过去的地方，他还会死吗？永远走不过去的地方，什么意思？那他有时间限制吗？对啊。那走到一个走过去要60秒的地方，就不会死哦。学校应该可以这样玩。有两家隐，边顺便打跟大家讲，有两家隐藏
馄饨汤早餐店。但我要找一下在哪里，我有点忘记了。但是他的馄饨汤超级好喝。给我们个信号。哦，可以了，好了。嗯，我等一下找给你。不好意思。哇，到了！我吃完了。这是我的隐藏菜单啊。我找一下哦，我找一下那一间在哪里。它是一个有点偏僻的地方。找到了，这间。等一下，我要怎么复制这个地方？这间。好热啊、哦！那你在附近，真的假的？蛮远的啦，对啊。但是其实除了这间，还有另外一间。我找一下，这间是早上六点，早上六点到十一点的早餐。然后另外那个啊，没有，你先讲。然后另外一间的话，另外一间是这一间，但是这一间但比起这一间，我比较喜欢那个。另外一间是这一间，应该是没有外送啊，他们生意蛮好的。我刚买下来，是不是只有？但是我很久没吃第二市场，所以我不知道第二市场的现在好不好吃。是不是只有那个台中人才会在早上吃馄饨汤当早餐？供完汤，我再把我的隐藏菜单、隐藏餐厅丢给他们。会吗？但是那间，但是这间就是我刚刚贴的这个，这间一定要去。我之前问其他住别不是台中的人，他们都说没听过这种吃法，没有人这样吃早餐。什么？因为它是隐藏菜单啦、啊，而且我那天直接喝了四碗吧，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馄饨，我本来就喜欢馄饨或者是抄手，也有讲过。然后、嗯、然后那天吃早餐吃了一个肉包四碗汤，那我下次看，我下次去找你带馄饨过去给你好了。馄饨是我想象中的吗？馄饨就抄手。有虾子吗？嗯，没有。有，抄手有的会有啊。嗯，馄饨也有鲜虾馄饨啊、嗯。没有，我没有找到那个传，对，有鲜虾馄饨，我没有找到传说中的。你们叫什么？云吞啊？对，云吞。哎、嗯，繁星进来了。嗯。啊。云吞怎么讲啊？广东话。什么？云吞广东话怎么讲？哎。等我一下，晚餐、啊、我学会了。既然吃完辣就会喉咙很痒。哦，辣的云吞。我要吃。我也想吃。好肥。
在哪里可以、哦？这个好可爱哦，我要存起来。那存起来当贴图，太可爱了吧！高肉包炖炖汤到台北有。哦，他另外一间在进肉哦，进化路，但是那间倒了，所以只剩下例行。哈喽，欧都。哦，你吃馄饨？台北有没有啊？对。台北有没有馄饨汤是早开早餐的？夜市店。其实淡水老街有一间也是卖鱼丸馄饨的、欸。我知道是哪一家。我温州大馄饨二十四小时。哇、啊，我觉得温州的味道我不喜欢、欸。我也不喜欢。其他的都是二十四小时哎、欸，没有主打早餐的馄饨。我也想吃，傻笑。我也想要吃。这场谁要当金主？对，我要进去六。哎、欸、我。我买完还要吗？我买一个手电筒。那强光我自己家。都会包超多馄饨的，鼻子超级不好，还有过敏。还有很多。看一下点阵图，蜡烛一个，蜡烛，手电筒三个，手电筒不是买了的吗？哎，我买手电筒干嘛？是垃圾耶！操！蜡烛在一个，蜡烛，盐巴呢？盐巴满了。是等一下要打捞的吗？什么东西？打捞？没有。我欠了一屁股捞债，红三笑，还有，嗯，哎、欸，有人明天要去吗？你真的想要拿哪一餐的饭钱订阅？我有看到。好好摄影机，有人明天要去吃吃看吗？他早上六点开，但我不知道现在那个，然后疫情期间他们还有没有正常开幕？打火机。有没有人要？有没有人要明天去？要明天去的话，我想听感想。我，太远啦。哎、欸，还有什么啊？准备、啊。还有漏掉了吗？啊，十字架。龟龟跟我打漏到早上，我就骑车去买。好、嗯啊，我没钱呢。剩下你们补。什么？我跟你打漏到早上？他早上六点营业，因为五点半就可以再去排队了，因为他一开店就有人在排队。哎、欸嗯，你们有喝过那个吗？就是他们不是说什么牛肉汤，谈了牛肉汤都要喝那個。我想喝牛肉汤。半夜的第一锅那种。没有哎、欸。我不知道，他们说有差哎、欸，他们说就是差很多，可是我不知道，我完全。哪路好多？哪路好多？我最想喝的就是牛肉汤。没有，我在台北。不能办烤肉的，台中不能办。对啊，台中线上烤肉啊。对啊，跟线上，我们可以去买烤肉 online， 围着萤火烤那个牛肉。你当肉吗？哎、欸，不对啊，我们有。哎、欸。又想消费哦，又想消费哦。又想讲哦。又想讲什么？不然我问你们，阿进如果站到萤火上面会怎么样？阿进如果站在哪里？萤火、啊。萤火。阿鲁猪。等一下，鲁猪哎，鲁猪是小猪，你现在是鲁猪吗？我们上次吃过鲁猪哎，那就是烤全猪啊。哦，你很敢讲呢、欸。没有温度计。哎、欸，可恶，刚刚没有说。完了，完了，完蛋了，这场完蛋了，真的完蛋了。没事啦，都没吃过寒温了，没有啊，要找鬼房。真的很诡异耶。对啊。哎、欸，怎么又是这个房子啊？对
那为什么、啊？我真的觉得他那个温度，他是不是修好了一个 bug， 又多了新的 bug？ 对，我也觉得有可能，但很白痴，不觉得吗？嗯，很白痴啊！难怪他们不是说什么他每个礼拜都要固定修一次。开灯了，开灯了。开什么东西？你们加油！我还在刻我的小丸子。啊，没有没有那个，只能用 BNF 测了。对啊。猜是不是？猜一下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帮你们照门口的灯啊！我快吃完了。哦、我们上一场没有拿到白骨、欸。有有啊。对耶，有。我拿了。你们后来拿到了。我们上一场就真的没拿到白骨。啊，那咳咳我们至少有声音的那个吧，怀念的那个没有，我没有找到。而且大多数的人都会贴一些我跟我讲的不一样的东西给我。我吃的那个是单纯的，只有小馄饨，没有啊，小馄饨加红油，然后顶多加一个什么小菜什么的。你在说炒手吗？对啊，我好怀念那一家好吃的炒手。我没有想哎、欸。啊，那在台中了之后，我就再也没吃过那一家炒手了。为什么没有声？不像。为什么没有那个啊？也没有声音检测器。因为金主不是我啊。金主不是拉拉吗？因为他刚有问，可是那个就是没有买过，不知道缺几个。嗯，不会显示在上面。对，他很机车。那赌他会不会玩灯啊？推荐一些高雄男子的馄饨汤，好吃到爆炸。你先吃吃看我推荐的那间，你明天就会去吗？什么叫？先吃吃看我推荐的那间早餐的，然后再跟我说哪一间比较好吃。都没有白果哎、欸。说林球要那个吗？嗯，要夜市啊。林球要夜市哦。嗯。太难看了吧。我拿 EF 去测 BB 了，只能用这个测了。测 BB 看看。测 PP。嗯。但不用灯也可以吧？是吗？嗯。灯什么灯？有灯反而看不到啊。给我个脏水。会理你吗？东华。啊，风铃盒还有可能有用。好饱。所以你刚是吃吗？我吃，加两颗蛋。哦，好想吃。到底在讲什么了？讲广东话、啊。给我们一个信号。广东话。给我们个信号。你要试试看是多了。给我们个信号。给我们个。哎、欸。还跟你讲在厨房啦，没看到哎、欸。给我们个信号。给我们个信号。什么都没有比较。给我们个信号。完了。哎、欸、哎、欸、B 这一间。给我们个信号。你有听到吗？有，听到 B 了，但在哪里？嗯。在、欸、打电话。电话了。有手机在震动。对，我刚一瞬间五级耶，那就这间了，走吧，来吧。喝水，哪里？哦，这里吗？嗯，我要去补，我先离开这边，然后补充一下。换个刀，这里给我个信号。刚一瞬间五级，可是就一瞬间，逼一下就没了。我边逼一下我下面的那个东西。啊、那个我单人试试看、啊。我喝水了，我喝水了。给我个信号。你终于喝水了。看我狂喝水呢，不喝不行。现在这个指令只有……他开门呢，可是不知道开哪个。开门。
打算到早上吗？看菜渣、啊。嗯。啊。菜头现在感觉精神差，而且他刚吃完东西，他一定精神饱满。冰凉脚。罗拉拉，带着相机，我们去楼上拍拍脚印。他脚菜头会冰凉脚哎。喝完药会啊。干嘛？你想吃泡面了、哦？在哪里？先。滴滴二十。滴二十个小时好了，二十个小时的话就是3600×20等于72000，对吧？啊？啊？二十个小时，三千六。哎、欸，十字架竟然没先丢，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哎，确定是那一间了吗？不知道哎、欸。简单的二选一，来，请问。啊 ，CD 半天好了啦。半天是12×3600是多少？我直无不言。10×3，84。我拿笔记本，我去放个笔记本。乘以三呢？笔记本。144×3，12×12×3，四。给我个信号。你会恶作剧吗？432啦。千年之恋的囧歌还是太小啊？什么意思？滴滴是二小时。所以你有找到骨头吗？没有，这副房间没，这个房子都没找到。我全部都逛过了。嗯，但我打错字吗？我白痴。没事，再看看。半天的问一次。OK， 啊 ，DH 没有了 ，DH 要删掉了。白痴，原来电视机是这样开的啊、哦！按那个啊。我第一次开电视机。第一次开。哎、欸，所以确定是那一间了吗？你的那一间还不知道哎、欸。那我们把东西都有把东西都丢过去吗？架个摄影机怎么样啊？都架了，在桌上。再拿 BF 测一下别的地方好了。哪一间我忘记了？二楼走到底。走到底转弯的那个。转弯是哪一個？哦，看到了。哎，我脚麻了，调卡调太久。这个灯。在这里哦，决定还是决定定下去了。谢谢你，爆炸雪妮。没有再出现过了。我根本不确定是不是这、啊。给我一个信号。给我个信号。关灯，要关灯。Give us a sign。不，给我一个信号。都没有逼给我一个信号，没有，我直接把这个扔在地上，看他逼不逼你妹！哎呀，我已经扔了一个了，哇，怎么办？你几个意思啊？几个意思啊？我去拿更多的东西丢他，不然这样我们把他东西搬走，开始搬家公司。有要搬家公司，看他气不气。不然还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看看能不能找到通灵板。哎呦，就是那些有机会有通灵板的店。你说，地下靠北太薄。干的，我找到通灵板了。啊，这么快？好哎。哇，你用冲的，你要端披萨呀、啊？超兴奋的啦！拿蜡烛给你，拿蜡烛给你。他超开心的，我找到他了，然后直接端着他冲出来。笑死我了！来来来，点蜡烛，点蜡烛。你在哪？两个。回来，要回来。可是 EF 都在楼上哎、欸。Bedroom 楼上。Bedroom。哎，不对。Oh。Oh。Boys room。哎呦。Boys room。对 ，Boys room 那个小矮房。哎、欸，等一下，不对。
Voice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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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ed Voice Team Bedroom 对 Voice Team Bedroom 吧、啊、就是那个啊那个小海房走等等吃药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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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哦哎第一次看到他拼出这么长的单字耶玛丽对啊嗑起来嗑起来还有两个没嗑还有一个没嗑都嗑了好走好耶、欸、好然后把所有东西移到小孩房小孩房在哪里啊确定一下两个小孩是这个吗我觉得这感觉是这个是有点闹的不是这个吗这个吗你在哪我在这边你在哪这个这不像小孩房啊！我这里啦，我这里啦，这里吧，又、欸、换地方了啊啊！应该不是说你在哪吧，是你喜欢哪个房间吧？你看这个，这是、哦、不，这次是在女孩的那个这里，那就是这里啊，这是小孩房啊，这怎么？不是他现在说女孩啊，女孩房啊，不一样，男孩跟女孩，就是有男孩跟女孩的那一间厕所，这间，这样，那我丢丢看了，对。哇好把东西都拿过来吧棉巴等着用好了嗯吃太饱撑不到早上包括就开始疲倦那就一直很饱就好了一直吃牛逼 ENFBB 什么不是这间 ENF 有 BB 吗反正够亮嗯，隔壁玩。他在玩那个、哦。嗯。在玩什么？收音机。广播器。收音机在哪里啊？玩这里。这个有没有指纹？摄影机好难加。你不知道收音机在哪吗？我来关。没有，我觉得那个好像就只有房主能互动哎、欸。而且那天我真的翻记录档，我看我那个钥匙也是，确实是我看到那个盘子是空的。太感人了吧，贝里。还有另外一台收音机，还有另外一台收音机是不是 ？Where are you？ 哎、欸，他又移动了。哪？哎、欸，又变成 G。GIR 哎、欸、B 了对了有相机吗那个通灵板可以拍 Gross 只有色色是禁欲限定 Gross 因为只有18岁才可以色色这样有没有道理可以哎、欸、他这是那个嘞 Boy Bed Girls Girl Teens Bedroom高三生就可以射射，那他如果十八岁的话，没有啊？为什么高三生才可以射射？啊？国中生也可以射射啊，只是不合法而已啊。那你在高三小？那就是不可以啊。那你是什么时候射射的？讲啊。什么时候？你是什么时候射射的？哼，我幼稚园就射射啦。恶心。好恶心哦。对不对？哎、欸，通灵回去哪了？披萨嘞？披萨在门口啊？不知道。通灵。很奇怪。你几岁？你几岁？你几岁？六。要不是六，就是六十六。我666。你死多久了？太亮了，你死几年了？关灯。你快乐吗？你快乐吗？开心吗？这间房子有几个人？有几个人？有几个人？哇，我去洗个碗。有几个人在？等一下，我的这只耳机不好。给我个信号。这只耳机会掉，我把它打个结。
对耶，还要找骨头呢。哎、欸，你色色吗？在楼上玩玩画。你色色吗？打火机在哪里？在你们后面吧。嗯。要生气了，好吧。该问看有几只鬼？可是不是都只有一只吗？会有两只。人家才六岁，应该是66吧，我想。打火机，蜡烛没有火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是不是看不到、哦，点阵盒子都没有。但还少一支蜡烛，现在只有三支。你是六岁吗？你是六岁吗？我记得给我带进去的东西啊。你是六岁还是66岁？你他妈要不要讲话？白痴！我接近你，你突然又吼我的。你年轻吗？不对啊，我们这样不管怎么问，他都会卡在六啊。你死多久了？你什么时候死的？哦，870年呢、欸？你怎么死的？谁杀了你？你杀了谁？你有杀过人吗？你有杀过人吗？还在玩板吧？你杀过人吗？你杀过人吗？你杀过人吗？哎、欸，问这个问题都会消失，为什么？谁被你杀了？谁杀了你？谁杀掉你？在鬼附近区域使用水母推射物，谁杀死你？鬼吹熄蜡烛啊！要给鬼吹蜡烛哎！好，可是我们蜡烛都拿去板板了。要不要都拿去板板了？我等下披萨吃完再换位置。坟墓。那、啊、你是要不要回答？你是不是哑巴哈？你是男生吗？你是女生吗？你他妈到底几岁？他完全不生气呢。几岁？要几岁 ？Are you？ 你几岁？你几岁？五有了 ，F 五66666666666666666，双击666。他这个不止双击 ，B 成这样子，按好多下。F 五啊？对啊。这么凶啊？他超凶的嘞。他强度4哎。问他几个问题，在那边激。玩板板放点阵可以看得到他哎。真的假的？好诶、欸，那我们放点阵。点阵在楼上啊。那我理智零了，我不要去。我理智也零了，我也不要去。我等我一下哦。你理智最好他妈零。都不被磕光诶、欸。哎，我是倒数第二滴的，跟零差不多了、啊。要烂呐！防止你问问题。是懒。点阵只有哦两个，难怪那么亮。丢到里面他就怕了。嗯，这就是不可以射射的距离。干嘛丢那么里面？怕你我在拿东西的时候你再问问题啊。对啊，或者死翘翘。对啊。这个原因，好吧。就是不可以射射的距离。可以射射吗？可以射射吗？可不可以射射？你几岁？你几岁？按错了。你死多久了？你死多久了？你真看到鬼吗？哪里？那就是一个没有看、没有点阵的鬼吧。嗯。放可以放盐巴，我放。哇，放了、啊。我放两坨在那边、啊。他那也没踩啊，不可能鬼不踩盐巴、啊。我好像还没不知道这。
之鬼到底是什么？完全没有的啊，有啊，刚刚不是点阵舞而已。BNF 哦不对，还有吗？没了。哇，他现在呈现一个金拱门的状态。啊？一个 N。强度来到了5。金拱门。对啊，一个 M 啊。不知道金拱门不是的。你看，中国那边麦当劳。对啊。怎么办呢？Close the mod to add a command directly from. 来牺牲喽！要牺牲？要问什么？要什么问题？我操你妈！妈你妈！我操你妈！你妈！妈你要模样妈是要你每天闹别人。你在讲什么？安小花盆子拿一面拿铁链往他们家门口阻挡，我操他妈！看他几把脚，我操！我一句都听不懂。他压力很大。我逼他。这是个段子。嗯，你们有捡他的拖鞋吗？里面的拖鞋都有动吗？哎呦，打个 U。哎呦，刚在厕所附近是不是？哎、欸，他会丢东西耶、欸。屁孩，我是相声瓦舍。看一下，丢东西。你在哪？给我个信号 ，Girl， 给我们个信号 ，Girl， 我都坏掉了吗？你不理我了？哎、欸，嗨，对 ，Girls team， 哎，哎呦，略杀呢，白痴哦、喔，还在玩呢、欸，怎么了？有人在里面啊？没有啊，我在玩。完了，我要讲英文到22分了。哎、欸，他下来嘞，他在楼上、欸。拿镰刀哎、欸，好丑嘛，长那样。从楼上下来哦。Where are you? I can't see you. Oh, I see. 哎、欸，他回到小孩房了。小孩房在抖动。Ready? 哦、oh. ，你觉得他走路快不快 ？Go back, go back, go back.高佩克怎么了？这摄影机怎么架的？哪个白痴？嗯，怎么了？高佩克 ，to the baby room， 在猎杀吗？对、啊，在猎啊！啊，没了，没了，好吧。那、啊、回到小，趁他 CD 赶快趁现在冲进去。哎呀，嗯，有写东西吗？没有啊。所以现在只有 EMF。Do you guys really sure is here？ 我刚刚问地上的拖鞋你们有动吗 ？No， 因为他狂放拖鞋。我想要我在考虑我要玩柜子，玩躲柜子还是玩那个玩绕圈圈？你可以想一下啊。啊？又不有？可是，在二楼哦，二楼哦。二楼，然后呢？你是要躲哪里的柜子？你知道躲哪一间柜子？二楼柜子啊！啊，他不就在隔壁吗？你要试试看是不是？就试试看到他开门，我能不能关门啊？嗯哼，好啊。You will die lah, idiot！ 但是如果要玩的话，要去开灯啊。左边的灯要开。然后要没收手电筒。那先对。Thanks for subscribe。吉娃娃二人很多，总杀我，快杀我！谁杀了你？你杀了谁？谁会杀你？你会杀谁？你想杀我们吗？我们没有恶意，我有恶意，我超有恶意。但你最好杀我。你有没有种杀了我啊？没种是吧？杀我啊！废物。压力好大哦。你当个鬼啊！压力这么大，不当了不当了。要不要杀我？要不要杀我？给你个机会。哎，妈，哦，没敢，无聊。你小鸡鸡，你跟龟龟一样的小鸡鸡，小龟头。What the fuck？ 你几岁？
到底还有谁用通灵板问成功其他问题？你油吗？哇，他没勾追吗？哎、欸，为什么没有音效了？完了，我是不是没有储存哦？等等，我看一下，该不会没有储存到我的音效吧？哎、欸，难得，我没有存到啊。Oh no！真的没存到啊！哎呦，我的瓦塔梅就够注意就没了。Vegetable head， are you okay？ 你的头卡在里面呢。Your head is in the door。哎、欸，他声音超大哎、欸。应该死了吧？我谁吗？我。哦，我死了。怎么死掉了？我觉得你应该是溜不过他哦。我躲，应该说躲不过他啦。溜应该是可以啦。我塞地下室，然后那时候我是从不知道从三楼走下来啊，我看到北西哦，北西。我又是白骨，好喂好喂，很凶，对啊，帮忙找骨头。我找到骨头了，你要拍吗？趁现在，你冲进来，等下一次吧，好像现在赶快赶快赶快，没有没有，赶快冲进来 ，hurry hurry go go， 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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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右转，进来右转，不要下去哦，直走左边，地上。左边，左边，左边，地上，地上，有没有看到？啊、！What the fucking doing？ 好了，我的功用完了。我带一个圣木加一个那个，万一我快要被追上的时候还有机会。手上拿十字架没用啊，谁说可以挡的？可恶！好了，来吧。好啊。这样比较好玩一点。OK。拜拜 ，Goodbye。灯坏掉了。你们去开灯，我才要玩。我从这边看好了。你们去开灯，我才要玩。No, I am Gold Master。小鸡鸡，小鸡鸡，你只有六岁，你是小鸡鸡。十字架要丢地上。对啊，还有人讲法是说十字架拿手上啊。小鸡鸡，小鸡鸡。小鸡鸡，小鸡鸡，你是小鸡鸡，你是小鸡鸡，我的天杀！你是小鸡鸡，我死掉了，还是小鸡鸡？是不能死的，我买了很多东西。对啊，你是最不能死的。小鸡鸡，小鸡鸡。我就听他们那边小鸡鸡，他压力很大，你不要打断他唱完。过来杀死我，那他难得唱完会变大、哦。他难得唱歌，他平常不唱歌的。对啊。他妈的，没鸡。我每次去唱歌，他只会吃东西而已。没有他，他对他只会唱那几首。他妈的，没鸡。哦，不不噜噜不不哩。来一首数码宝贝片头曲吧。你听得懂吗？傻小啊！为什么是回音呢？好白痴，这个音效。叫也有回音。哎、欸，对耶，是转角那一间呢，他下楼了，下楼了。哪一间？哪一间？哇，我去看，我去看。就是那个小 baby 房吗？那一间？不确定是转角里面，但是哪一房我不知道，我要再看，因为我是站楼梯口。你要走回去吗？你要走回去吗？为什么自己听不到这个音效？我也听不到 B 的音效，哎，为什么？因为我要把那个。哎、欸，他踩过岩完全不会有足迹耶。什么？紫菱，
那死因也是可以采盐，但是不会有主机。他是连采盐都没有、啊、都没有那个哎、欸、采过哎、欸。那太奇怪了吧？照理讲，如果说死灵连死灵采购都会有痕迹的话，那应该是没有任何人经过也会没有痕迹的。去你的！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Impulse 明明就有 headphone 听得到啊，为什么？这个我现在按瓦他妹的东西，你们听得到吗？这鬼又开过啊！瓦他妹的东西有了，有了啊啊！还是瓦他妹？我等下一个晚上是不是？等下一个天亮，等下一个晚上。去我的坟头上香好吗？啊啊！吉雷公三小，你真的没有看过那个翁来收金火甲吗？我可以用啊。啊，他不是在 CD、哎、CD 玩了、哦。对。翁来收金火甲。我要走错路。完蛋了，我来得及。嗯，来得及什么？他还没出现啊。啊，不对，在地下室啊、哦。对啊，我是在地下室，你要不要顺便拍拍我？拍拍你。可以给我个加油吗？给你拍拍。我死在应该是电房里面吧？可以帮我说声加油、啊。我应该是死在电房里面。对，但你怎么死？你怎么、嗯、你怎么那个？你怎么？我以为他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啊。他没发现你躲在……哎、欸，我要没收你们的手电筒了，来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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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是金主。啊，金主的手电筒不用，其他的给我。谢你。哎哎哎！你被关门了！不错，关了。菜头 ，motherfucker！ 突然之间就开始了这场战斗，来吧。哦，白痴哦，这一间哦。在哪里？哎、欸，完全是我们猜错的房间哎、欸。真的假的？是哪一间？他在两个衣柜对面那一间啦。啊，那干那边是小朋友房吗？靠，那等一下还有别的不像小朋友房。等一下带你们走。那边超级不像小朋友。在哪里？在这里哦、喔。你说菜渣？玩的话就会被追到、欸。不会不会不会，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不许你胡说。你不会死的。我不许你活着。哎、欸，你怎么走那边？哦，吓死了！恐怖你。哦。速度好快，他速度好快。速度好快。好恶心哦！干这个画面看好恶心。哈哈。哎，你溜过了。哇！好啦，带你们走，带你们走，上来，上来，上来。左转，左转，左转。我先拿死角，我先拿死角。好。你有看到衣？再转，再转。衣柜，衣柜对面，衣柜对面。这个。对，那一间，这一间，拍这一间。哎、欸，他一直在那边玩这个拖鞋呢。所以我就在抓，我就盯着边了。啊，以后可以多这样子玩了。哎、欸，手机响了。对，是哪一间？你衣柜对面呢、啊？衣柜对面，对吧、啊？他们在这边摆东西。三楼衣柜对面，所以不是那个、哦，完全不是婴儿房。靠背、啊。我们就等他猎杀一次，我们再去移东西。哎呦，剩下我一个人在里面，干我是金主嘞！哇，哎呀，我刚刚金主也死过一次了，现在人人都是金主。哇，这是个一比四哎、欸，好可怕。再问一次，他在哪？喂，阿姨，你不是中文？哦，你在哪？哦哦，你在哪？千里，你死在哪？你死在哪？你他妈死在哪？你他妈到底死在哪里？我妈妈，我妈妈，你在哪？我妈妈，哎、欸，搞不好他妈妈在哪？干你娘鸡巴！你在哪？干你娘鸡巴的！哈哈，回了，又是在那个居什么的哦，所以那间房间可能是女，还是女生房？哎、欸，他丢东西出来呢，还是反正丢的？我丢的啊，欸、有钥匙，特别，你的右边有钥匙，这桌子上有钥匙。有种杀我，你没有种，你没种杀我。
你中杀我。这东西就飞出来，好好笑、哦。啊？什么？那繁星子丢东西出来，好好笑。哇，这个板子拿得很远，还是会动。看一下。哎，我不是加了摄影机吗？为什么什么都没拍到？小鸡用小鸡，哇！自己用脚洗很猛哎、欸，你可以自己帮自己。我突然被换了一个地，很小的，那怎么办？我们现在等他猎杀的，然后 C 过去。你可以再溜一次啊。嗯，那我溜的时候你们，哎，好了，我就在这边等他。哦不，那他你还是开另外一个账号、欸？怎么了？又从另外地方出来？对啊，哪里？他的隔壁房啊，就是像我们那天学校那个两间，不知道找哪一间的那个。哦，干，就是他两边都会跑就对了。他会，哎、欸，到底这是哪一间靠背啊？就是你们，就是刚刚你们第一次走错地方，就是上来左转的那一间。他不能这么赖皮耶、欸！他每次都不同地方出来、啊。对啊，你们就两边都丢十字架就知道啦。好吧，就知道是看哪一边的烧掉就好了。对，然后我不小心扣到我的开刀伤口。Go go go go， 就是这个正对面，对，这间。十字架呢？十字架在那里？十字架去哪了？啊，烧嘞，烧嘞！我、哦、说还是这一间啊，那是这一间了，就是这一间。好啦，哪一间？原本那一间。原本那还有一只十字架呢？为什么的摄像头看不到？应该是在我手上，在地下室。因为我刚刚想要换地方，就是看看它会不会烧。Give us a sign， 给我一个信号。给我一个信号。没有通灵。哎、欸、哎，刚刺骨，刺骨吗？你有看到烟呢、喔？我看到了。哦，好，所以现在有什么？绿的，那就现在就只有刺骨而已。刺骨跟点阵那个五啊 ，EMF 五啊 ，EMF 五吧。EMF 五，哦耶，哦耶。嗯，还有什么？巨灵暗影刺骨跟刺骨。巨灵暗影刺。是骨跟 EMF 要么指纹，有多个人不会进入猎杀模式，你就问四个。要么指纹，要么笔记，要么点阵。点阵。要么指纹，要么笔记，要么点阵。我有丢书在里面，好像我记得我有丢书。那就让他再猎杀一次啊！关闭电源可以阻止。小鸡鸡，小鸡鸡，你是一个小鸡鸡，你要不要来冲过来杀我？不在你就是小鸡鸡。噔噔噔噔噔噔噔。小鸡，小鸡鸡。你戳到伤口了。小鸡，怎么办？还没有亮。怎么了？还没有听到。这游戏让我打瞌睡，没有让我不是没有到打瞌睡，让我已经提不了神了。对啊，这游戏挺不了神，以前会吓得很有精神，现在没办法。干你老师！哎、欸，完全烧干了，完全烧干了。烧干，你老师烘干，你烘干，烘干干。你几岁？我操你妈的！你几岁啊？我操你妈的逼！你几岁？扑街！学会就用了。我海翁，嘛？高啊！我海翁，翁翁翁高，翁高，翁高是什么？智障低能儿，好呆！乖乖啊！我要说我很硬，怎么讲？我刚才想说怪怪的，为什么你会教他骂自己呀、啊？我想说，嗯，不是，也不是有一个那个吗？红高啊！上次不是有教一个，我很硬。红高啊！你才红高了。
昂九，昂九就是红高啊。有人按 T 可以直接开关灯呢、欸？可以啊。哦、嗯。为什么我不能？你要拿手电筒啊！你不能手上拿手电筒，你不能手上拿手电筒。昂九，你要拿昂九哦。对，你要拿其他道具。是八七，你是北七。哎、欸，哇！你被关进去了。哎、欸，你怎么没进去啊？红高。哎、欸，又是周杰，你要不要写写字啊？你。哎，还红高啊？你这个红高怎么没进去？哎，还抽红高。云子文。你这个红高怎么没有在里面？奇奇，他妈是红高。哎，子马嘞，他应该进去了。哎、欸，你们等一下点阵。他这次是黑影哎，没有。你们等一下点阵移进来啦。好，点阵点阵，走啊，走点阵，快点。如雷，单挑啊，老师。开门了没啊？找不到我们，赶快。嗯，等一下点阵是什么鬼哦？玉林，开门。但我觉得是指纹哎。开门，开门啊！插头，有可能呢、欸。哎，不错、欸。你们拿那个点阵，我拿指纹走。还要让鬼吹蜡烛哦。点阵，你们拿了吗？没有，没人拿，没人拿。我不会放哎、欸。对，蹲下，对地上按 F。哦，这个这边很冷，刺骨很冷。蹲下，地下。按 F， 对 ，F， 有，你会了。你的履历上面又多一个，你会放点阵的。哎、欸，这个指甲被烧透了。不是你们放了这个，但是没有放摄影机，你们怎么？有一个在桌子上，可是看不到哎、欸，为什么？笔记本为什么丢在这边？哎、欸，完了，哎、欸，关门了。不拆头。哎、欸，我看到点阵、欸，我看到点阵哎、欸。我看到点阵了，好，你们可以死了。哎、欸，真的、欸，你们可以死了，关门了。刺鬼、欸，我看到了，可是为什么是在这个房间看到、啊？那他冲过去，他刚跑过去的。他在我们房一开始。换你跑了，加油！他走到大厅了，在大厅逛一圈。哦，原来你不是跟他一起进去哦。没有，不是我，就他而已。啊，他走出大厅了，他往地下室的方向走。没有，他去厨房。哎、欸，他找你了。哦，他是作弊狗。好了，龟龟死在直走，直走，直走，直走镜头。去拍他，去拍他。看，他是个很丑。哇，你好酷、哦哦！你好强哦！你太厉害了吧！你被石虎兰顶起来、欸。还是胡伟兰？没看过吧？我这是真。这才是金狗门，我刚过去你还在晃哎、欸，这是你的屁股哎、欸，这才是金拱门，你懂个锤子啊！你屁股很翘哎、欸，有没有考虑出柜啊？人体金拱门，哎、欸，你在讲什么？我们拍过这个了吗？你几岁？对，哎、欸，蜡烛也吹过了，那你们他在你面前吹蜡烛哎，过年版要吹吹吹。这是什么点阵？点阵啊！刺鬼，刺鬼，刺鬼！白死了，我的妈哟！你怎么躲在那、啊？我不因为我看不到路，我也懒得走了。我想说，反正我也没买东西，死了就算了。结果他真的把我杀了。你在哪？我在哪？在你？不是你啦！你在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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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刀，都没有。他杀人好吵，一直唱歌。我已经躲过他一次杀了，他就没有办法杀我第二次。废物。我们还差哎、我们都知道啦、啊、分出来了。好、啊，好、啊，那走了，回家吧。在附近，他会更加活跃。刺鬼，再见，乖乖，你的头都卡在哪边吧？这是什么？刺鬼。刺鬼。不要说再见。刺鬼是什么样的？嗯，特性啊。对。他就是说高速移动物。对啊。可是刚
就在一直丢拖鞋跟把画弄下来。妈的屁孩！啊，刚没有买温度。事件次数零哎。对啊，他是根本就是白痴。然后还有什么没有？他完全没有触发事件了，所以我们前面才会那么难找。什么没有温度计？啊，都想买温度计。还有啊，我添加最贵的好了。怎么样，主播？啊，声音感测，哎、欸，不是那个叫什么？扩收音器，我们要不要玩大图了吧？要不要来点提神的东东？提神的大图怎么样？我困起了。声音感测器有买吗？声音不是啊，是那个吗？没有呀，我买。那个我直接买三台收音器。嗯，我没钱了。收音器，靠腰，我剩下17块。收音器在哪里？收音器、哦、对，50块。再买两台收音器。OK， 就这样。那好，准备吧。我们看能不能用那个收音器来。我一天不死，我一天都是金主。通灵版是 Girl Team Bedroom， 所以找婴儿房找不到的。哦。看来是我的英文不夸。那等一下如果用就是什么通灵盒要对话之类讲一下，不然那个会收到。晚安，要睡的晚安。你爱我，我爱你，心平成甜蜜蜜。什么甜蜜蜜？就你在甜蜜蜜啦。舔菜头的菜头的秘密没盐巴啊？我不是有加吗？没，还是被拿了？不知道哎、欸。啊，可是我刚刚有加嘞。没关系啊，他没有盐巴任务。好悲哦。哦，那个电房在超远的啦。你是冰城甜蜜蜜，我每天甜蜜蜜。你舔谁的啊、欸？天啊！欸、我别人拿钥匙，我拿我拿拿了，我要看我能不能再上来这个。拿了吗？桌上空的。对啊。你是不是在骗？上不了这个阶梯了，他是不是把这个阶梯的 bug 改掉了？我上不去了啦哦、欸。你的队友在挂机啊？上不了阶梯耶，我把这个 bug 改掉了。喂，麦阿妮妮哦，烂死，笨游戏，垃圾。对耶，脚架没有哎。啊？哇，连脚架都没有。对哦。哭啊！对啦。那我要去当人体脚架了。你是冰城甜蜜蜜。对呀、啊，妈的，不能上阶梯，这游戏还有什么可玩性？嗯对啊，小朋友下楼梯也不能玩了。对啊，没办法，小朋友下楼梯耶。好，开灯喽。小朋友上楼梯超难玩的，我觉得小朋友上楼梯超难。不会啊。你开灯。小朋友才玩。噔噔噔噔噔噔。哦，今天二楼，我听到关门的声音了。没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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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我今天噔噔3.9度。你今天3.9度，好，你死了吧？那你今天呢？这真3.5度哎、欸，中庭啊，不过没开灯不准。我今天才在那个、欸、看那个异色瞳的角色，是发现有异色瞳的角色都很赞哎、欸，要女的。男的异色瞳是中二病，你怎么会这样子？女的就不中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啊，歧视男女，我就歧视啊！你女权、啊，是农夫三权。别攻。烟酒。
那烧多少？我有点忘记了。什么？你还记得那个吗？声音感测啊，那个要5以上啊。5以上。哎、欸，白骨找到了！哇，我好强、喔，找到白骨哎、欸。哪里、啊？这种图找到白骨是蛮强的。你一楼嘛，右边走廊走到底。我灯不关。右边。嗯，面对楼梯哦、喔，右边走到底。应该是这边吧？嗯、啊，对，我不知道哎、欸。如果你方向感不好的话，哪边都是右边。现在你还记得《天才麻将少女》里面那只异色瞳叫什么名？你说小左九、喔，金发那一只吗？不是，异色瞳是那只啊。金色头发异色瞳啊。靠他能力，但我忘记他叫什么。就是那个啊，可以他不是看危险牌吗？温度，温度，温度。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不是温度吧？是开眼的时候可以直接看到三家的牌。啊，他是可以看到三家的牌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他的名字了。忘记了。他叫做福禄梅穗子。福禄梅穗宝。当水。装水，装水，喝水，喝啊！不，没有喝水，没有喝水，没有喝水，我要喝好多水。想尿尿，我好想尿尿。装水是会出现那边吗？哎、欸，二点一，不是，他就在恶作剧，他就在恶作剧。哦，那就二点一，哇，二点一蛮低的呢。真甜蜜蜜，二点一很低耶、欸，就算关灯，二点一也是蛮低的。我们是不是也没有荧光棒啊？对啊，好奇怪哦。怎么我都有买，对啊，没有、啊。我觉得這我上一把有代表这把我有买啊。欸、可我要喝水啊。怎么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要怎么用。请说。收音机。就对着一个地方，或是抽完了，你叫他那个恶作剧什么之类的啊。就鬼在使用东西的时候，声音会特别大声。我要喝水。拉拉在哪里？我在车上。不是啦，那个那些东西在哪里碰到的？东西在就右边那个厕所。我撑死是很难的。右边的厕所。一楼右边的厕所。厕所在哪里？你可以带我去厕所吗？等一下，他唱歌，唱歌，我没听到哎、欸。我一进门口都，所以在二楼，一楼一楼。可是我没听到。8.5。哎、啊，你要进去吗？8.5。还唱歌？5好像是正常吧。哦，我在这边，对不起。关灯、欸欸。关灯了。9.5，是前面9.5，在一楼，在一楼哎、欸，就右边那边啊。没有，我们在左边。哦，是吗？我们现在就在右边啊。想不到吧？我们在右边。可能让你们一直喂我喝水。对，厕所。奇怪，我们去开灯吗？好像是一楼左边。8.5是鬼的方向，五家都是。早就想到了，怕你们一直喂我喝水啊！我想尿尿、喔。嗯，尿啊！那个啊，一楼厕所。要爆发了，我快要爆了！哎、欸，赶快去吧、那個沒了！我知道啊，去开灯了。我刚刚不是叫你跟我们去开灯？玩那个。你去尿尿啦，你先去尿尿啦。膀胱只有两个，爆了一个，什么都没了。好，开灯了，开灯了。尿尿。哎，我觉得不是在二楼呢，应该在一楼吧。嗯，因为主播每次说相信他，每次都反。没有他现在听得到。哎、欸，这厕所哎、欸，你说这一间吗？不是吧？不是。一流的，一流好，一流的厕所，一楼，999，啊！你是拿摄影机在照吗？
还是手电筒？手电筒。怕打出来，出来杀人。对啊，怕就是怕，不知道哪个位置啊。没护照。哦。啊。这个也好可爱哦。谢谢。啊。我下去了。我看到那个手办、欸，魔女之旅的那个手办。你在看什么啦？你在提神哦、喔。话说回来，刚刚那个有 clip 吗？我在提神、啊。有 clip。刚刚那个有没有被 clip？ 我绕那个啊，那一段。我要贴到 DC， 这个好可爱哦、喔。哎、欸，他开门呢、欸？我还照，我还照，我还照，我还照他，我照他一下。有照到吗？出的。我已经买了。有帮 我 clip 吗？你说观众吗？哎、欸，寒风刺骨。你有烟哦、喔？嗯，有。这在哪一间？这一间厕所。厕所。感觉都是这个呢。竟然没有 clip， 我刚刚那个超帅的六鬼，哪一间？哪一间？哪一间？两、欸、个可牛奶巧克力，一楼右转。一楼右转。对。怎么样？然后这是男厕吧？是女厕。这个哦，这只好可爱、啊。哦、oh, 啊，特丽莎，快走！哎，关门了，我没关系，我继续找我的手办。鸟废哦！哼，你猜不懂，这就看有没有闪灯吧，运动放在哪里？你看你就知道了。那边走过来。对啊。不是应该从那边走过来吗？哎呦呦呦呦，来来来！哪里啊？前面啊，你没看到吗？他跑好快，他跑好快啊！好快哦！哎，完了完了完了！好香哦，是死了！哦，太快了吧！这个怎么可能绕得掉？哎呀喂！哇靠！香！好了，我们先出去一下，出去一下。跑太快了吧！干，我已经用金钱力跑了嘞。对啊，等超级久，完了又会加快移动速度，寒魔。哎呦！看这个人在看手办啦！啊，先开灯，我先去开灯，应该是寒魔吧？走路跑这么快，或是巨灵？哎、欸，没有，不是巨灵。看一下哦。刺骨，等下先回去拿东西。寒魔的话是指纹、灵球跟刺骨，所以你们要拿摄影机。对，我刚刚想要照指纹，他不让我照。对，跟指纹。哪一间啊？我看一下、喔。厕所。喝起来！一楼右边南侧，一楼右转再左转，唯一开门的那一间偏面左手边。哦，拉拉走，我看不到门，所以是哪一间？哦，大概过两，大概过三扇门，有没有点阵？没有没有没有，要么灵球，要么。干啊！不是，灵球跟进来就进猎杀。往左边走，往左边走，往左边走。他还没出来，我没看到他。有摄影机吗？没有，没看到我吧？没看到他呢。开门了。哎，不对哦，我死了。啊不，什么？他跑太快了。我没看到他哎。我也没看到他，你们确定是这里吗？哎，为什么你突然爆了？而且重点是。啊！我没有听到脚步声，你怎么突然就死了？我完全没看到人，我是看到门打开欸。我也没看到啊，刚刚。那龟龟，跟你讲，都躲不掉啊。我身上有那个紫光吧，还是什么的？你怎么回头了？紫光？紫光？右边，右边的那扇门，他刚开了。篮球场的门，我应该是没带啦。地面没足迹，穿墙会飞。欸、他没有脚步声呢、欸。死灵吗？是穿墙过去的吗？那有可能死灵呢、欸。我已经没电了。他锁门了。拜，我拜了。哎、欸，又猎杀了。再见。等等，我现在耳机没电，然后他现在猎杀，然后准备转弯，准备转弯。我看到了，看到转过去了。哎、欸，有人在帮忙看哦。好，我看，我看。我接耳机。他经过楼梯了。哦不，为
什么都没看到他刚刚。哎、欸，为什么我刚刚看他是爬行，怎么现在又站起来了？我刚刚连我只看到黑影、欸，连尸体都看不到。啊，死没了，没了，没了。没了吗？没了。耶、yeah ！好可怕、喔！哎、欸，他没声音了，无声猎杀。有啊。有吗？有脚步声哎、欸。他第一次我都没听到哎、欸。可是刚刚繁星被杀的时候，我没听到声音哎、欸。我一直听，有啊，我有听到哎、欸，我还在回悟，我还回忆。完了，这什么巴勒地方吗？好凶哦，这只！我去看，我去看，我去看，你去看，你去看，我去拿一条延长线，等我。有什么证据吗？我们这一场有什么证据？只有刺骨。刺骨啊！刺骨，刺骨。抓这只啊！看一下。你爱我，我爱你，是冰城甜蜜蜜。是这间吗？我、哦、洗手台啊，这一间啊，白痴哦。然、哦、后什么洗手台的牛奶巧克力变多了，牛奶巧克力，它变成五碗了，三碗了，太可怕了吧！反正我们那时候离开的不是两杯而已吗？哎、欸，他装了第三个了，他太那个了吧？太喜欢喝巧克力牛奶了。刺骨，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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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寒魔，寒魔，好了，快三点了，可以吃美味蟹堡了，可以射射了，没有，今天已经可以射射了，我要刷到可以射射才睡一觉，这样子就可以射射再去睡一觉，对，可以一整天可以射射。不会觉得很心虚，我也要去射射。刚楼梯亮了，因为楼梯那边有装那个啊，那个亮是正常的啦，那个亮不影响证据。我不可以射射，哈哈，我可以。哇，那你只能找可以射射的人玩。哎、欸，不对耶，他说30秒一次，所以这不是我。你是不是不想承认啊？我不管，我就是要可以射射。不敢进去了呢，太可怕了。完了，我现在问的话就变成楼下那个也不行。哦，好想射射。应该改个指令是说你可以跟楼下的射射这样子。这样很不错哎、欸。对啊。难上加难。加难。勉为其难。我要去装水了，我没水了，我水会喝爆了，我去装水。你变那么健康了？健康啊，不是他们狂换哦。不是啊，你可以喝水以外的东西啊，又没人知道。比如说喝尿啊。那我还是喝水好了。人是一个过滤，你知道吗？人只是把那些东西过滤起来。尿是可以喝的，只是没人敢喝，就像我。你可以喝茶。好，我去装水。完全猎杀耶！等一下我们干。
嗯，所以主播现在听不到声音。哎，不是啊，他不是戴耳机，那为什么戴耳机他可以去厕所又听得到？他戴蓝牙吗？还是透过喇叭？主播太猛了。告诉我，小林，你有什么兴趣？我弟媳被霸凌了吗？是吗？没有 啊！我刚想说弟媳被霸凌了吗？想说没有啊，没有啊。为什么不理我？我刚刚在想东西。什么鬼？是不是？我知道，这龟龟去装水又装那么久，他家到底是多大、啊？煮个泡面可以那么久，洗澡那么久，装一装又想一下要不要吃点什么，然后找一找，然后又……我真的很好奇，当时是谁先告白的？是不是他？是不是他？你为什么要接受？再刚好回来，对吧、啊？好喝，好喝，一直喝。三点了，吃美味蟹堡。好喝，一直喝。哎、欸，这个角色屁股很翘哎、欸。我要怎么样才能提神呢？快要昏迷了。喝尿。那太你来喝，你来喝这边的脏水。你要不要进来啦？我也害怕啦，对六鬼啊！那、啊、你不是不怕了？不怕啦、啊！不行啦、啊！菜头呢？他去用耳机啊！你忘了、啊？弄线。拉拉进去。不要。啊、金主哎、欸！他花到只剩下17块钱，你这样逼他？我刚刚也是金主呢，我。你要我死掉吗？死掉就不能坏坏了、欸、还差什么？差什么？我们现在就只有刺骨寒了吗？差多了。所以现在需要点阵跟指纹、哎，还有什么？看一下啊。哎呦！哎呦！哦，我怎么知道我会死？我的尸体上有十字架啦，看要不要去拿十字架。他们说拿十字架不是没有用，要丢。不是啊，要丢到里面去啊。哪一间？哪一间？你先拿到十字架，我再告诉你好不好？我去了。好，我拿了，我手上有一根。好，你往那个刚左边第一间，左边，一直往左边走到底。噔噔噔噔，加油！这间，我没看到你啊，左边呢、欸哦？我们在右边，对不起。右边在傻在笑，为什么你听得到？这边没有，你面对，你面对，对对对，我看到你的光了，继续走，继续走。他开灯了，他开灯没有？他没猎杀，现在没猎杀，继续走，继续走，除非他要回去猎杀。那我就说嘛，对路对路痴而言，左边哪里都是左边。在哪里？继续走，继续走。然后左转，左转的第一间厕所就是那里。猎杀，猎杀，猎杀，没有吧？有吗？猎杀了。你按个那个聊天看看。不，不要，跑、oh, no ，跑起来！不要，老婆死了。哎、欸，他不是从这边出来，他从我，啊？他从我正前方出来、欸，哎，啊？他会穿墙吗？他从大田那个方向出来。哦不，剩下我一个人。所以不是，那拉，我们错了。所以他从大田出来哎。啊？他从大田方向出来。还是这一间？因为他们是说恶作剧，就是会在附近一直搞事啊。哎呦，好抱歉，我怎么会没有这种？我怎么会没有3.5mm 延长线？嗯，怎么可能？为什么他从我正面，我直接撞一个满脸开花？我刚刚也是撞啊，撞好痛的！的天哪，我直接
真跟他这个正面撞上了，正面对决。跟你说，我是不会进去的。那我们输了，寒风刺骨。我看看啊、哦，寒魔吗？我竟然没有穿墙哎、欸！这种东西穿墙。我觉得他会穿墙哎、欸。闪电 UMN。好了，没关系啊，我猜我猜死灵好了。哎、欸，不是，那你讲亡灵吗？唱歌帮自己提神。不是不是。可是吞墙那个是死灵，可是他没有刺骨呢。他骗人，他一定有改掉。刺骨，刺骨，噔噔噔噔，亡灵、暗影、恶魔、幽灵、刺鬼、寒魔，六旬好啦，跟你讲啦、嗯，一定是，不然就那个亡魂，亡魂，亡魂，高速移动呢，蛮高速的、啊，他也有刺骨，好。亡魂就是你了，就决定是你了。亡魂，好，钢铁尾巴，亡魂，换不换？不换。火影下我离手。亡魂，亡魂，五万换不换 ？Go go go！ 好了吗？好了，好了，在这里啊、嗯。好了。奈克，奈库，哎喏，奈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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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我没上车，拜拜，永远留在那边吧、嗯。我们就变成下一次要去抓鬼的，对，我要抓交替。这张图、哦，你下来这张图，我们三个人会抓你。哈哈真的是亡魂哎、欸，赞啦，好猛哦，这样都猜得到，移动缓慢，无差别攻击，猎杀时高速移动。下环谁要当金主啊？你想进去冲了？是我吗？我觉得该打 low 了。三点了。对啊，三点了。你决定。这游戏感觉已经玩不出乐趣了。有一点。因为已经没有新意了。那就想新游戏啊。没有新东西玩了、啊。没有新的东西可。啊，你要打到几点？打到几点？你要打到几点？我都可以，比如说我可以陪你到早上五点之类的、哎。然后不是有人说要去吃馄饨汤吗？馄饨汤真的假的？真的要去吃馄饨汤啊？这么猛？刚有人说要吃馄饨汤啊。那打到我想睡，感谢你在开台，我都忘了我在开台，都忘了你在上完厕所就忘记在开台了，玩太认真，因为我不想戴有线的耳机，那移动很不方便，但是所有的蓝牙都会有延迟，所以要找不会有延迟的无线耳机，有这种东西吗？好像 有，可是很贵，要3000块，在中国。哈，在中国要3000块？嗯，人民币大概2-3千块，没有没有没有台币。哦，下次我在台北啊。我太太，看一下这款游戏哈，为什么褒贬不一？这是一款解谜加暗杀的游戏。哦，耳罩是无线的耳罩是吗？你不是不喜欢耳罩吗？不至于啦，不至于。哪一款？归主播们。好啦，那个这到这边啦、啊，他们待会打了我就乖乖去剪片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晚安，感谢晚上的陪伴。大家晚安啦！大家晚安啦！厉害！哦。
在鬼猎杀的极限存活下来。嗯，我有活下来吗？哎呦，走廊的时候拍照奖励，辛苦啦，辛苦啦，睡的赶快睡哦，明天还要第一台的赶快睡哦，各位晚安喽。感谢一万的一万，你好久没在这边撒早餐钱啦。对啊，主要是早上，不是早上啦，那时候开台是在画这个啊，原本是在画这个，画这个，然后这个是后面就想说算了，没有手感，就撇了这个，这样啦，拜拜。